对，我们要比这个早上哈、啊、要更轻松一些。早上很严肃，所以穿着黑色。下午很轻松，大概有半数以上的人，谢谢你们这个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参观这个 RFID 应用于农业的这个成果发表会。好，相信呢，大家一进来就可以感受到跟上午是完全不一样的气息。好，因为今天上午的那一场活动呢，就等同于 RFID 在前年的8月10号，好，当天的早上在金融研讯院的那一场研讨会，其实当天谈到的是这些案子的雏形，然后是这些案子的构想，但是都还没有具体呈现，大家只是在一个讨论的阶段。经过了1年半，将近2年的时间，各个案子都开花结果了。然后今天有一种农业的气息在里面。刚才我听到小鸡一直叫，我在想说，是不是太多人走到那边，然后让他觉得很害怕？好，所以呢，我就不走过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呢，是可以吃的芭乐，然后呢，非常美丽的蝴蝶兰，然后另外呢还有小鸡，另外呢还有鱼，还有猪。我刚刚特别问了猪有没有来，他们说设备来了，但是猪没有来。OK， 要不然的话，可能除了小鸡的叫声之外，还会听到别的声音这样子。OK， 好，在我们开始这整个这个计划成果发表会之前哦，再请这个各个计划主持人再报告他们在执行这个案子的这个成果之前呢，我们照例请到农委会咨询中心，我们敬爱的大家长，因为上午才说过，有这些好的构想，最重要的是要有经费，然后有了经费之后呢，然后才能够把我们的想法具体实现。那这个为我们争取经费的呢，就是我们最敬爱的大家长，咨询中心的林真林主任，我们请林主任呢上台为我们讲几句话。副所长，还有各位教授，各位先进，各位同仁，大家午安。午安。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来这里展现同仁们努力的成果。那其实我真的非常感谢呢，学者专家以及我们会内的所属单位的同仁们呢，非常的用心。那么提出这样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么其实我们农业呢在 RFID 上的应用呢，一直是被各界所寄望，哈，因为他们一直认为说，只有农业用 RFID， 才能够让这个 RFID 的使用量增加，台湾的 RFID 的 tag 的产业呢才会产生。所以呢，今天在座的各位呢，你们都被赋予很大的责任啊。那么当然我觉得资讯科技用在农业上，其实确实是可以让我们的生产效率的提升。那我觉得从后面的几个计划我相信各位呢可以得到这个验证。所以呢，农业绝对不是在像传统的农业，那么是可以靠这个新兴的这种科技技术呢提升它的生产效率。那么而且大家都晓得，现在这个粮食缺乏，所以这个农业呢是更行重要。好，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怎么样利用这个资讯科技呢提升我们的管理效率，提升我们的产量，提升我们的品质？其实最重要的是品质。我常跟很多农民讲，我说你有生产记录，可是呢，如果你种的东西不好吃，对不起，我还是不会买啊。所以呢，重要的是好吃又安全，那我们就有绝对的竞争力。所以今天非常欢迎各界的这个先进呢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发表会。那么我们也寄望呢各位先进能够继续的给我们支持与指教。那么希望我们农业呢借由 RFID 的引进利用呢，让我们的农业呢能够更是突飞猛进，然后有这个竞争力。那么我一直觉得说，能够利用 RFID 缩短我们生产记录的这样的快速，让我们的生产的资讯呢能够透明化，那么变得更安全，而且呢将来要拓展外销的话是具有这个非常大的优势。
那么尤其各位都晓得，他们现在讲说这个亚洲啊，这个四金砖发这个已经开始快速的发展。那大家都晓得，人有钱了就怕死，哈。那所以呢，做生产履历呢，哎，当然就有它的价值在。我们就一直希望，其实今天大家晓得，要做生产履历这个制度啊，唯有什么？唯有它的农产品的价差产生，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利用 RFID 呢来做生产记录的话，那么提升了它的这个，就是农民他能够做生产记录，让它变得比较容易一点。那么这样的话也提升农民的那个参与的意愿。那当然了，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农产品如果有生产履历，那么它的价格能够提升。那么价格能够提升的话，那么农民呢，他就会愿意花心去做这个生产履历。那么所以我想说，这个整个是利用 RFID 来做管理，来做生产履历，然后提升我们农产品的价值，这是一连串的啊。所以今天早上这个廖主任秘书啊就提到，就是说资讯科技的目的是什么，除了希望呢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服务能够加值，让我们的产品能够加值。所以今天呢，我希望呢借由这样的一个发表会，能够引发大家再去深思怎么样的呢把这 RFID 呢更有效率的应用在我们农业上面啊。那么今天也祝福各位呢万事如意，身心健康，谢谢。那第一个案例呢，我要很骄傲的来说哦，原因是因为呢是我们宏基的这个工作团队所规划好的一个蔬果物流和 RFID 用于蔬果物流的一个案例。那么因为这个案例呢也算是资讯中心哦，然后委托我们哈就是来做的，所以呢这个案例呢将有两位哈，就是最敬爱的哈，就是我的长官哈，然后一位呢来做引言的呢是资讯中心的潘国才潘科长，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计划主持人呢是我的大老板好张山镇张副总 Seven 副总，那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两位。各位贵宾，大家午安。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呢，来向各位介绍这个 RFID 在农业方面应用的这个成果发表。今天这个打头阵的呢，刚刚各位知道，就是我们在蔬果运销方面的这个计划。这个计划的执行呢，是我们资讯中心的一个委托的一个研究计划，由宏基公司负责来执行。三重果菜批发市场呢，配合这个来做一个验证性的 POC 的那个导入。我相信这个计划呢，有很丰富的成果，但是因为我知道这个计划实际上执行的时间非常的短，所以呢，这个 POC 的验证虽然也许是 OK 的，但是也许其中还有值得要再改进的地方。我希望呢，如果这个大家看完了这个今天的介绍，或者是甚至后面实地的展示之后呢，能够再给我们意见，我们可以在实际上运用的时候呢再做修正。当然我现在要介绍的就是宏基公司的张副总经理帮我们详细的说明有关这个计划执行的内容以及成果。我们欢迎张副。各位农民大家午安，那很高兴在这边能够第一个报告这个 RFID 的这个 POC 在农业上面应用。我想大家第一个感觉是说，宏基不是卖农部跟 PC 吗？怎么会跑来做的 RFID 啊？我也很高兴跟各位报告一下，施正荣施董事长几年前退休后啊，其实他是退而不休，他那个人是不可能闲下来的，他就一直在找他这个事业的第二春呢。后来也是。他最近刚好又接了经济部国贸局的一个专案，就是品牌台湾，就是要把这个宏基的这种国际品牌行销经验设法推到台湾一些值得向国际介绍的一些东西上面。所以这个施董事长就花了一些时间呢，去找说那台湾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是值得国际的市场去真的去了解的。
结果花了一些时间呢，发现说很多东西都是农业的东西，譬如说兰花也好，茶叶也好，甚至我有一次去到办公室，看到他办公室门口摆了一些蜜饯，他连蜜饯都在看，说哪个蜜饯味道好，可不可以行销到国际啊？一个一个尝，然后说还叫我说，三妹你尝尝看，这个我尝起来不好吃，这个比较好吃，你跟我感觉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其实今天宏基公司能够进行这个报告，我想基本上是延续事先的这个想法，就是说他原来在没退休以前呢，很单纯的就是推 PC 推 Notebook， 那他退休以后，事实上很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把这个资讯应用推到更大更广泛领域，但是更广泛的领域哈，要推的话，你不能关在这个 IT 的圈子里面不跑出来，跟一些实务的应用来这个接触来这个运营来了解。以今天我要介绍这个例子来讲哈，各位看到说这个观念很好，可是如果你不去实际了解这个蔬果物流的这些流程，然后在里面引进一些流程改进的一些空间呢，那你资讯化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大概从这个角度来讲哈，我想我们基本上是延续这个扩大资讯应用的角度来希望跟农业有更密切的结合。所以这个等一下的报告包括我们到底验证什么，我们这个之前跟之后有什么差异，然后我们在其中做了一些小的测试跟最后的效果。那么当然做 POC Proof of Concept 的目的就是要做一个 benchmark， 做一个参考案例，那如果成功的话呢，就希望说其他的很多这个应用啊可以参考这 POC 哈，再继续往下做。所以基本上这个里面有这个参考这个 benchmark 的作用，有这个希望带动后面其他更多应用这个意味。那么我们介绍一下大概我们在做什么这个验证。我想各位从今天这个后面这个舞台的背景知道啊，我们事实上挑的是燕巢乡的这个麻辣。这个我自己这个每个周末都一定要到大卖场去买这个买这个水果，然后我现在看了这个简报，我才知道说我买的大概都是这些东西。这个燕巢的芭乐，我每个礼拜都固定会买，固定会吃啊。这个，燕巢有16个这个产销班，8个集货场，我们在挑其中的3个产销班集货场来做这个验证。那燕巢其实还有其他的很多宝贝，叫做这个燕巢三宝蜜枣，其实有，但我们挑其中一个是量最大的。然后呢，它这里因为在集货场这个作业非常严谨了，事实上到了这拍卖场三重拍卖场的时候啊，基本上已经可以享受一些优惠，通关的优惠啊，就是说拍卖场可以不必开箱验货，就已经可以直接去照他们原来在产地的这个优特优优良上那个粮上跟粮市集啊来分类。那么这个是产地，那另外在批发这边呢，就是三重的果菜批发市场。这个当然一看就知道说，因为它是台湾北部最大的这个批发市场，然后将近40%的这个燕巢的芭乐啊，都是由这个三重果菜市场批发出去的。那燕巢其实有其他的很多宝贝，像文旦啊、玉荷包啊，每年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去高雄这个玉荷包是人家一定会请你吃的东西啊，芒果等等的。但是我们为什么挑芭乐？因为这个我们一开始当然要考虑这个导入效益啊。导入效益的话，如果你找一个水果是全年都供货，当然这个效益特别高。以后我们这个这个整个系统跟这个成本一直往下降的时候，当然我们越来越就可以推到这种产期比较短的水果上面去啊。那当然我一开始我会挑效益最高就是芭乐。那这个芭乐刚刚讲过说是三重果菜市场里面相当少数哦，不必开箱检验就可以照原来产地这个分类啊，去承销的。那你看看，如果说你不是燕巢的芭乐，你就看这必须要开肠破肚，把你的箱子打开来看看里面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如箱子外面所写的这个品质。那在整个这个物流的过程里面呢，当然在这个包产销地的包装，然后理货，这个到拍卖场来的理货跟拍卖场裁价拍卖跟最后提货，我们今天在后面有那个展示哈，大概就是中间框起来这两格的这个实际的作业啊，拿到现场来做 demo。那么在这个还没有上 RFID 以前呢，各位可以看到说产地哈，像这位农友蛮辛苦，骑着摩托车哈就把这个芭乐都带过来，或者像这个叫什么车哈，那等等的，所以各式各样的车子就把它带到这个产销班来集货场。
那么期货场就有时候告诉大家说，你要分的时候怎么分啊？这个有四级，然后呢，这个怎么选洗选，怎么分类，怎么包装，包括最后挺这个出货单，这出货单捏得歪歪扭扭的哈、啊，然后就乱中有序啊，就让它上车运销。然后呢，这个出货单跟三重这头的这个进货明细表，我们可以看到都是用手写，上面又手写又盖章，然后实在是风险很高了。这个写的时候忙中有错，或是盖章盖的那个印泥散漫掉了，所以这些其实都行之有年，但是其实真的检讨起来是有很多改进空间。那么这个三重这边进货的时候呢，井然有序的堆叠东西进来，但是这个。这边的这个理货员呢、啊，蛮辛苦的，他一边下货一边就要点货，因为各位知道这个早上这个进货的时间啊都是凌晨，然后这个时间就是金钱啊，所以要争取每一分每一秒。这些人就什么事情可以两样一起做就一起做，包括理货啊，理货的时候各位可以想象到这个国泰市场凌晨时分啊，灯光也不是很强的这个情况之下啊，要做这些理货，包括要比对这些资料啊，这个都是。先天上有困难，那你用这条码的话，这个也是有这个效率的问题。那么所以进来这个每一个箱子上面呢，就会有一个编号，这编号有哪一个等级几件啊，五件，然后20公斤，这个大家都用手写的哦，所以都要用人脸去辨识。然后最后呢，这个理货员呢就给他一个拍卖的次序啊，这个每一个箱子上面大概标记一下，说第几箱去拍卖，像这是第24箱，第24个拍卖的次序。这个都是人工作业的。那万一你发现说里面有错的时候，得赶快啊把这个次序调整一下。那这个时候人的这个体力非常重要，在这个成堆的箱子里面把这有问题的箱子调出来做一些调动。所以每一天啊，大概理货时间大概有3小时，3小时看起来很短，问题是3小时就是你凌晨能用的时间，你要4小时也没有，就是3小时。所以这个3小时，这个人的体力跟这个注意力都是非常大的困难。拿到最后裁价给价钱的时候，很多这个资料用人工去检视的时候呢，这个不错，已经有点电子化，有点那个像算是 PDA 吧，把这些拍卖次序啊，这个什么供应等级，一共有10项资料都输入进去，然后呢，透过这无线传到这个批发市场 server， 所以这个拍卖以前，这些人都要把这些资料10项资料一样一样输进去，这里呢又花了1-2小时，所以加起来已经有4-5个钟。那么，然后最后 server 就印出一个清单，说你这拍卖次序第一箱、第二箱是什么东西，第一批、第二批什么东西。那么拍卖的情况，各位其实应该有机会去接触一下。我们的同仁平常都是熬夜的，那碰到这个 project 是刚好反过来，是不能熬夜，是清早八早要起来啊，几点钟我不知道，3-4点是吧？要起来去拍卖市场。那个各位有没有看到那个日本那个尾鱼的那个？拍卖市场最近不是最近，好像很久以来都是一个观光的这个点啊。那到最近好像他们说观光客到现场看到那个鱼就摸捏一下摸一下，把那鱼的肉的品质弄坏。所以最近日本那个尾鱼的那个拍卖市场说开始限制观光客进去。我想一个拍卖市场做到最后就是这种样子，你叫拍观光客去是有点困难啊。这个观光客进去就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整个拍卖的情况，它每一批呢，一个采交班一个等级呢做一次拍卖，然后燕巢的这个代号呢，就是整批就是当做一个拍卖的批次。好，拍卖出去以后呢，你买到这个货的人呢、啊，最后去提货的时候，你手上有单子，你千万不要拿错东西，买贵的，然后拿领到这便宜的这个水果是亏的事情。但是没有办法，你这个人为的作业就难免有这些疏失，所以大概我们刚刚很快就看了一下现在的作业的这个原来的作业状况，不是现在原来作业状况其实真的是行之有年，乱中有序，但是反过来呢又有很多改进空间。那么再下来讲我们的这个后来的流程以前，我们大概讲一下我们这个计划里面几个技术的不叫做突破了，因为没有那么伟大，但是一些小的创意。首先就是这个 RFID 的标签柜，可以等一下到这个展览场后面看一下。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手扳的这个开口这边呢、啊，把它给卡下去，所以外面可以看到编号。事实上，真正的 RFID 是在这箱子里面这里天线在这里，
所以这个在箱子里头，外头呢就看到一个编号。那么这个做法是，第一呢是可以重复使用，因为你这箱子一旦这一箱的这个水果卖掉以后，你这个东西一抽就起来，就可以再重复使用，那可以很容易的更换。那么外面呢又可以很容易的辨识，大概是有这个好处。第二就是实际的效果测试哈，我们看看到底要多远的距离才能够读得到。我们做了一些测试，这细节我不讲了。大概我们采用的某个品牌啊，在 1.5 米左右可以读到，那最长到 1.8 米，所以大概这个距离变化不是很大，算是相当稳定了。那么除了这个读取的距离以外，接下来就是读取的速度哈，大概20个 tag 哈，20个 tag 大概9秒钟，所以这个大概1秒钟可以读2个平均。这个从9.35秒到10.5秒，那这个从这个8.2秒到10.35秒，平均9.多秒，所以这个蛮稳定的。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比较，譬如像这个普通的条码，2秒钟只能读一个，所以比起来这速度基本上差了一个4倍左右。好，那接下来我报告一下说整个RFID 流程上去以后啊，大概什么样的做法？首先在这产地验槽那边呢、啊。我们在这个手提的开口这边呢，可以看到这个每一个开口下面都有个小小的红标签呢。这个其实我这里用红色圈出来，这个、就是外面这个标签的这个编号。那里面呢，刚刚各位已经看到我们照片了，就是已经有这个 RFID。所以在这个空箱子的时候，我们就先把这 RFID 的这个标签给挂上去。但是呢，这个标签虽然挂上去，可是还没有读到我们的系统里面。然后呢，这个水果选那个洗选分级以后呢，就直接放入这空箱子。所以你大概一个箱子放是哪一个等级的这水果，大概就后面会决定。那这个分类堆叠完毕以后呢，这个时候才开始去分类，说好某一个 RFID 这一个箱子它放的水果是哪一种等级的。那所以在这边呢，就做一个读到这个 tag 以后，就把这个资料送到这个产地的 server 里面，同时呢。把这个水果的资讯也一起写进去。那么水果写进去以后 ，server 会收到，然后呢运送到台北来的这个车子的这些资讯啊，什么车牌、车行等等啊，也都输进去。所以三重那一头收到的时候，其实一看到这个车子车号啊，就应该很快的知道说这个车子车号上面到底有哪一批，到底是哪几批这个水果啊，可以很快的查出来。所以这个已经到了，就是说你这个。这个所谓这个 RFID 上的这个粗细程度，我们到了一个单一的箱子，但是我们往大的方面来讲，是到了一个运送的车辆本身都进了系统，每一个车子里面到底上方面运了哪些箱子的这个水果啊，其实都很清楚。那么这些资料送货出去以后，完整以后啊，就直接从验槽的产地直接就透过网络送到三重批发市场 server。所以三重批发市场其实等这车子还没到以前，就已经知道说我可以期待有几部车子，每一部车子有多少东西。好，那么当这个车子到了以后啊，第一件事情就是进货，然后呢，我们有特别说这个进来的这些箱子之间不要摆太挤，大概隔90公分就走到。然后呢，这个就可以直接用 PDA 用 Reader 就开始去读这些 RFID 的标签。那这个读的时候呢，它只需要再输入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这个拍卖的秩序，另外一个是材价。那这些东西比起原来有10个资料，输入速度快很多。然后也是一样，透过无线网络直接传到这个批发市场的这个 server。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算了一下，这个时间的节省，每天大概有2-3个钟头。那么提货也是一样，提货人家来提货的时候啊，一定是要先确认说你的这个你标到的东西跟这个箱子是不是对应的，然后呢，那个当然是透过 RFID 了嘛，然后这个箱子要卖交出去啊，给这个不是给提货员，就是给那个标到这个水果的人呢、啊，以前呢、啊、这个搬运的人呢、啊、就必须把这 RFID 的 tag 全部都拿下来。所以这个也无形中可以我们来追踪啊，说这些搬运员呢、啊，他们绩效是你到底处理多少个箱子，基本上就可以看看你回收多少个这个标签呢、啊，就知道你大概处理多少箱子，也是一个绩效的指标。所以最后我们刚才这个流程这样看下来啊，各位大概比较可以感觉说哦，原来里面大概哪几个关卡啊，已经上了这 RFID， 那当然这个效果是很不错的。
所以基本上导入这个 RFID 以后，省时间怎么用讲？刚才讲到说理货三个钟头，资讯输入两个钟头，现在大概整个都缩减下来。所以这些拍卖的人比较有时间，真的去看看说怎么样替农友争取到更好的拍卖策略，这个价钱卖得好一点，输入资料变少。然后呢，这个每一个人如果一天省三小时，一年呢大概可以省900小时。那当然比起这传统条码来讲，这个速度快、稳定，这个是很多优点。那当然这个计划做完了以后，我们是觉得说，今天这个讲的这个物流啊，大概可以用到这个水果发蜡，其实也可以用到其他的水果，除非说这个水果里面有些特殊的这种成分。那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觉得说是一个第一个范例，关于这个果菜物流第一个范例，那将来可以希望沿用到其他的范例去。那所以我刚才在后面啊，在看那个展示的时候，我就问那个三重果菜那个李梦信李秘书是吧，你我刚刚才说要引用你，可是你叽叽咕噜跟我讲了一大堆，我讲不出来，你要不要？他一开始的时候跟我讲那句话，我听了有点提心吊胆。他说，这个东西导入以后啊，引进了很多原来没有想到的效益。我心里想说，你是在很客气的告诉我很多缺点。后来他真的是想说，什么叫做一开始很多没有想到的效益？他讲的，我刚刚说你上来讲太客气，那个讲了很多。他最后说，这个东西哈、啊，不但是简化流程，还把那拍卖场的异化整个路都开启起来，所以不是一个水果的问题，是整个拍卖场这个异化的观念都开起来，所以这个替农友也开了很多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商机，所以他说这个路开了以后啊，我们这个燕巢麻辣的这个东西，他叫燕巢麻辣.com，就跟 iPhone.com 是一样的。所以我就用他这句话结尾啊，我很高兴说我们合作对象啊，最后没有跟我抱怨说你们态度很差，什么效率不好，而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整个实验计划 POC 啊，帮果菜市场，我相信也帮农那个燕巢农会那边呢、啊，开启一个新的路。我相信在座几乎所有计划都有类似的感觉啊，所以这个我今天很高兴啊，代表我们同仁啊，其实我这计划都是在旁边看。没有实际参与，然后他们简报写好，还交给我，然后跟我小学五六年级一样，填鸭式的把我教会了。那我们今天上来讲，所以如果说讲的什么要不对，请各位等一下休息时间去问后面的先进。谢谢大家。好，谢谢张副总。那刚才有介绍过，在整个讲解完之后呢，我们有一段这个5分钟的影片，那请大家稍待一会，然后。整个把影片看完之后，我相信您会这个更加的了解。无线射频识别 RFID 是21世纪十大重要技术之一。利用无线射频技术，借由 RFID 标签与读取设备相互作用，提供了人类各领域之广泛应用。本次 RFID 概念验证于蔬果物流计划，经考量多种蔬果之后，选择了一年四季都有生产的芭乐作为本次农产品蔬果验证的品项。高雄县燕巢乡是全台湾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芭乐产地。目前燕巢乡农会采共选制度，芭乐区分特级、优级、良上、良级等4级产品。因为燕巢乡农会集货场分级包装明确，是目前在拍卖场少数可以免开箱验货的农产品，代表了承销人对于燕巢乡农会自主之共选分级规格深具信心。燕巢乡农会产销班产地集货场必须先预备好空箱，并在每一个空箱附挂可以回收之 RFID 标签，标签表面预先列印 RFID 编码与条码。每日早上，农民会陆续将当日采集之新鲜芭乐预至产销班集货场，集货场人员经洗选后，依照规格进行分类分级包装，再依出货地点分别堆叠等待货车运至批发市场。出货前，由集货场人员持 RFID 读取设备 PDA， 输入每一批产品资料，
包括出入人代码、收货点、产品名称、等级、重量、箱数等资料。如果资料与前一批相同时，可免输入，仅需修改资料不同的项目，然后将该批资料借由无线网路传送至产销班伺服器。产地伺服器收到产品资料之后，必须输入出货资料，如市场别、车牌号码、车行等资料。待集货场人员完全处理全部批次之后，就可以列印出货单，已完成出货前准备。集货场人员与货运业者可依照该出货单资料进行点货交运。集货场人员于 RFID 资讯系统验证之前，需人工填写出货单。传统手写出货单因复写或字迹潦草，容易发生错误。经导入该验证系统之后，可轻松由电脑正确列印出货单，降低人工填写错误与字体识别。经产地及货场人员比对出货单与出货产品，如确认资料无误，即可将电子资料传送至批发市场。批发市场立即可以收到产地出货资料，比原先需要进货理货完毕才可开始裁价。借由 RFID 资讯系统，批发市场可以与产地出货的同时，了解当日预备进货的数量，预先准备进货场地，并提前分析当日拍卖价格，拟定拍卖策略，有助于提高拍卖气氛与拍卖价格。同时，该资料与理货裁价时提供 RFID 读取器 PDA， 进货批次资料可大大节省裁价人员输入进货资料之时间，由原先十项资料输入降低为两项。确认到货产品量于批发市场，货运人员进货，经过人工堆叠之后，理货人员使用 RFID 读取设备 PDA， 快速读取每一项标签 ID， 并且比对集货场之出货资料，以确认数量与堆叠无误。该读取设备使用无线网路与伺服器，随时保持连线与同步，可准确地检查进货资料与进货产品是否一致。验证之后发现 RFID 有助于批发市场与进货理货作业，降低人力与时间之需求。已进行各规格数量之盘点作业，批发市场于系统验证之前，拍卖员需要等待理货员之人工理货之后才能进行裁价。裁价作业往往费时，也因赶赴拍卖时间，容易发生输入错误。使用 RFID 读取设备 PDA， 读取同一批次之任意箱之 RFID 标签，便可由 PDA 经无线网路取得伺服器该批资料相关资料，包括品名、等级、箱数及该批所有箱子上的 RFID 标签至 ID 等资料。拍卖员于复核过后，仅需给予裁价资料，即可完成裁价程序。来，六十、六二、六五、六七，哎，七十五，十二，哎，两五。经过拍卖程序之后，承销人往往委托提货员提货搬运，理货员可于提货员搬运之前，或在电动手推车上使用 RFID 读取设备 PDA 比对承销资料，确认搬运是否正确，降低人为搬运错误的发生。提货员可于搬运完毕之后，同时取回可回收之 RFID 标签，同时统计提货员之工作绩效，最后将可回收之 RFID 标签于下次运销收货时交还产地及货场回收使用。这就是我们鸿基公司呢，受这个资讯中心的委托，然后针对这个蔬果物流的部分所做的一个验证。好，验证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很棒的方式，然后做了之后，然后呢，将这样的成果呢，让大家知道。但是呢，也欢迎大家稍后就是在几个这个成果都发表结束之后呢，我们一个现场参观的时间。如果说在场的各位来宾，还有各位亲爱的工作伙伴，然后有任何的意见的话呢，也请大家未来呢，再可以到那个摊位去，然后可以给我们更多更好的这个意见，然后呢，让未来呢整个三重果菜市场，然后还能够有改进的空间。OK， 好，那么接下来在进行到第二个这个案例之前呢，先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大家刚才进来的时候，应该手上都有一个提袋，对不对？
对，跟早上不同的是，今天下午的礼物是要用这个提袋拎走的，好，所以大家一定要保留好那个袋子。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今天下午这个里头除了讲义资料之外，还是有一张问卷。好，那请大家呢在这个参观就是各项案例之余呢，请拿出你的笔呢把问卷填一下，然后能够让我们未来呢在执行各项活动的时候都能够有一个改进的参考依据。好，那麻烦大家稍后呢就是拿这张问卷呢，然后拿好吃的燕巢宝辣用这个袋子呢装回去，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很 happy。 好，接下来我们进行到这个第二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呢，我们讲完了蔬果，接下来呢就是要讲这个刚才就是听到了很可爱的这个小鸡的声音啊。那接下来谈到的呢是家禽的这个产销效率如何透过这个 RFID 哦，然后得到这个一个好的一个成果。那我们非常高兴呢请到两位长官，一位是农委会畜牧处的苏梦兰科长，然后他要来为谁呢？为这个中兴大学的谢广文教授，也是谢老师，然后为他这个站台。然后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苏科长还有谢老师。谢谢主持人，林主任还有张副总还有在座各位老师，各位农委会的前辈以及各位专家学者，大家好，大家午安哈。非常高兴今天来担任我们 RFID 技术应用在家禽产业上的一个，其实我们也是在经过去年大概将近一年的一个时间哈，得到的一些成果哈。那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来这边发表。大家都觉得说土鸡很好吃，那土鸡也是台湾特有的一个产业哈。那它一年有1.3亿只这样子的一个量，可是却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育种制度哈来做它的一个 backup。所以其实从至少我加入这个土鸡产业以来哈，大家都知道说都就感觉到说土鸡它一直都是一个很土的产业。那怎么去分辨它的一个好，它的繁殖效能是好的，它的肉质是好的，就是看毛。那很多业者都是看毛哈，看这样子自己凭外观哈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分辨，其实是非常非常不科学的哈。那所以其实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就坊间在卖土鸡的一个场所哈，有那种脱光光300元，带出场250，就是说你在那边看到哈，然后跟他买活鸡回去，哎一样哦。啊，如果他帮你在那边现场脱毛300，所以叫脱光光300，哎300，然后带出场250。那其实这个是非常不科学的一个做法哈。那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哈，能够有这样子 RFID 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来应用在土鸡上面，能够达到它一个所谓的可以个体辨识，让真正我们觉得哈，育种专家他们认为这个是好的鸡，然后经过科学验证也真的是好的，然后又有一个技术的一个资料可以让他去做 proof。跟传承给下游的一个养鸡场。那所以为什么要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来做，我想等一下就由中兴大学谢广文谢老师来做一个详尽的一个说明，那也请各位专家学者来指教，谢谢。谢谢各位长官、各位来宾哈。那我就接下来跟大家报告我们这个计划。那这计划是我们中兴大学生机系还有动科系跟我们合作，那也是我们很密切的合作，能够有目前一些成果呈现给大家。那这个计划呢，我们刚陈如科长的报告哈，我们主要是应用在种土鸡上面，我们希望能够整合国内外的 RFID 及一些自动化的技术呢，来在这个种土鸡啊及种雏鸡方面的生产流程，还有它的体系这个种源的建立方面，能够建立一套完整的生产模式跟资料库。那我们的这样我们的重点是在土鸡哈。那我们台湾土鸡其实大家我记得林主任特别跟我们讲，他只吃土鸡啊，他不吃肉鸡的啊。所以那我们这个台湾土鸡的确有它的特色哈，所以它是一个很特殊，尤其在我们华人世界是一个很好、很特殊的一个食材啊。
然后呢，我们有很多样的这个产品可以供我们选择。然后刚刚科长的报告就说，我们一年大概有14000万只哈，产值大概有185亿。那在种鸡的部分呢，我们大概有200万只的种鸡。那这个台湾土鸡大概在从民国，据我的了解，大概是80年左右哈，由中兴大学还有畜饲所有针对台湾种这个土鸡的一些种源的一些建制啊。那在中兴大学的部分呢，我们现在有4项这个四个种源的部分哈，分别有2个是肉系跟蛋系的部分哈。那我们今天刚一来的时候哈，我们这个我们这边的一个主厨哈，就看到我们的照片，他马上就来问我们陈教授怎么样去跟他买他的土鸡啊，因为他说他看到20年前的那个台湾土鸡在这，所以他非常有兴趣。那我们讲到这样一个好的一个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土鸡哈，我们针对这计划，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针对我们整个台湾的土鸡产业，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展望哈，是我们希望从这个种源的部分哈，就能透过一直到目前在民间的这个所谓的土种鸡的厂呢，是在这个部分哈。那我们在中兴大学跟畜饲所的这个种源的部分是在这个最上游的部分。那外面大家买到的土鸡的话，已经是土鸡场所生产，然后到整个消费市场，我们是不是能够利用这个FID 的技术，或者它资讯化的技术，能够把它建立起来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不但在种源的这种稳定性上有所这个能够帮忙，甚至将来在这个生产比率或者是这个消费者上面可以得到更好的、更安全的一些方面的这资讯。所以我们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那我们想说来规划这个研究计划。那我们想在这个土鸡的繁殖一直是很重要的一个计划哈。那可是现在目前的业者呢，基本上就是刚刚像科长所说的，他们基本上是用外观的一种性能来选择土鸡，没有一个好的机制啊。所以说目前大家在外面可以买到的土鸡大概有2种，一种叫轰啊，一种叫放山鸡啊。那现在就我们了解这2种。这种土鸡哈，它的一些性能都逐渐在衰退，因为它没有好的一个这种遗传的机制，这种配种的机制啊，所以那这部分也是我们希望能够有这个改进的啊。那另外呢，那我们如何来做选拔的配种啊？那这个部分就是刚刚科长所讲的说，我们要如何来做客体化的管理啊？那现在目前是有一些机制了。那假如说我们能够把 FID 的技术呢应用上呢，能够把这个个体化的这种管理机制能够带进来，能够建立更好的资讯啊，这是我们这个计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然后我们之前的这个所谓繁殖性能呢，那很重要的一个在繁殖性能这个研究方面呢，在产蛋的资料收集上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可是现在鉴于这种一些我们的设备还有一些人力的资源不够呢，所以大部分都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资讯。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利用一些自动化的技术，还有 FID 的这种资讯化的技术，能够把这方面能够建制起来啊，这也是我们这个计划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呢，我们计划的主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运用 FID 的技术啊，来建制这个国内种土鸡的一个生产模式。那希望结合疫标 take 的这个概念呢，那发展以 FID 为主啊，然后二维条码的应用，然后来共同这个一个这个平台啊，然后呢发展种土鸡的生产管理平台啊，能够建立它的产蛋记录、生产比例还有基本资料这个系统方面，然后把这些资料呢作为育种、生产管理跟这个追溯的一些应用啊，能够建立遗传稳定的品系，还有生产稳定的产品啊，那这个是我们这个计划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在我们目前是规划3年度的计划，那在今年度的计划呢，我们一开始就是引进 FID 跟异化的技术，然后重点是先结合疫标，因为这个疫标在我们的这个土鸡的生产上啊，尤其是在中兴大学这部分呢，已经有很多年的一些这个应用啊。那我们把这个疫标跟 TAG 做一个结合，这是我们第一步啊。然后利用二维条码啊来做这个集蛋自动化的一些资讯的这个标示啊，然后能够达到这个个别种这个种鸡及产蛋的这个管理资讯啊，然后建立这个方面的资讯，然后呢，我们希望也结合这个相关业者的一些意见
来这个整个来规划这个生产管理的资料库等等，好，那希望提高这个个别化的管理功能。那整个的一个现在目前总机场的一个管理周期的循环，就是大概从我们从系统配种来开始，好，但是我们的这个影片也是从这样子一个角度来切入，然后呢由系统配种，好，就可以应用到我们现在建制的 FID 这个管理的系统，然后呢做人工孵化，好，然后孵出小鸡以后呢，在它一孵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挂上疫标，好，具有 take 的疫标，然后可以利用这个 take 这个疫标系统呢，跟我们的这个管理系统呢，能够做生长记录的管理，好，然后做上农作业以后呢，我们这就把它导入鸡蛋的自动化跟生产管理进去了，好，然后呢由它的生产资讯跟这个它产蛋的资讯呢，我们带入所谓育种价计算，去选择最好的种鸡出来，好，这样子的话就达到我们刚刚科长讲的，是一个很有科学、很有这种方式，就选择好的种鸡出来，好，然后达到这个我们要求的好的种鸡。那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整个计划的一个流程，这个架构的规划呢，是从这个 FID 疫标，就是生产管理系统，这是一个主要的部分。另外呢，种蛋管理的系统也是一个主要的部分。然后呢，在上面我们希望在总机场能够建立一个完整的管理的资料库，好，然后另外进一步呢，希望能够有一个生产管理平台，然后这个呢，希望也就能够跟所谓的生产履历做一个结合起来。那我们开始应用到呢，我们现在用到所谓的低频的动物晶片的 take， 那它的编码呢，我们已经有都建制起来了，现在已经有应用了，我们在后面有六只小鸡都有，好，那我们也把这个，就是说我们很多人会订的农产品技术分类码应用上去。那在生产管理系统的部分呢，我们现在是以一个行动管理系统这个系统为主，算是用 PDA 的，那属于一种半自动化的，那里头包括了这些模组功能，那分别建置了这些可以做查询，也可以做资料的储存等等的一些功能。的行动装置一些界面的操作，好，可以去做查询，然后可以做一些生长资讯的一些建制跟存档，啊，系统资料的部分。那这是我们的一些像小鸡，我们就已经挂上这个 FID 疫标，那这个就是低频的这个动物晶片，好，那在雏鸡的部分，它在这个是平视的，好的一些生长管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行动装置来做一些生长的记录，好，那在笼室上笼以后呢，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具有比较长的天线呢去感测它，然后也可以做一些它的生长记录。那另外，这是我们在这计划有一个工作，就是说鉴于这种低频的动物晶片哦，因为利用 FID 在农业上面都会有一个问题，其实刚才几乎每个人都会问我们这个问题，这一个 take 多少钱，好，那所以那低频的 take 相对的，因为它的也许是生产面的关系，所以它相对的单价是比较高一点，可是现在目前运用是稳定的。那可是现在比较受到重视的是 UHF 跟 HF 的 take， 可是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能够拿来能够应用到我们这个鸡的生长上面呢？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去测试的，所以在这部分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测试，我们做用一些进场型的 UHF 跟 HF 的 take 来跟疫标做这个结合以后做一些测试。好，那这是上面是针对FID 疫标的这个生长管理的一个系统的部分。那接下来另外一个部分就很重要，是自动化产蛋系统的部分哈。那我们这个的一个系统功能包就是自动化能够收集并建立产蛋记录，好，然后我们基本上是每小时就会收集一次，好，所以那这样子的话，现在一般有的很多是没有记录的，那有记录的话，你可能只有一天收集一次。那我们这个的话，可以把它产蛋的时间缩短在一个小时以内，我们可以把这个产蛋时间知道是在某一个小时以内它生下来的蛋，那这样将来做这个种鸡的选择的话，它这个蛋的资讯就很重要，可以更精确的去找到好的种鸡，那一方面也可以减少人力的负担，那另外我们呢利用二维条码在蛋上做标示，对种蛋，种蛋我们才用二维条码，
做一个标识。这二维条码的内容呢，是这只母鸡 生蛋这只母鸡的意号跟产蛋的时间。那整个流程呢，就是个别的笼饲，它产下蛋以后呢，我们集蛋、记录，然后标示，然后再做储存，储存后，那可以再来做孵蛋。那整个的流程规划呢，用它的自动的集蛋袋，然后配合蛋梯跟总蛋这个蛋袋，然后搭配了这个喷墨机，那最后呢，我们还要有一个这个除蛋的一个机构。它的一个大概的流程，流程产蛋、集蛋袋，然后我们有一些感测的这个元件，包括了光电开关、进阶开关，还有我们也把 RFID 运用在这个部分，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是哪一笼，它在什么时间有没有产蛋，那这就是我们的集蛋袋，我们特别选用这种集蛋袋，这种集蛋袋就是说它是一个洞一个洞的，可是它好处是蛋在上面不容易滑动。那这样就可以比较确保它在这个笼，它这只鸡生的蛋呢，可以比较确保它的位置。那利用这个蓝色的部分是 UHF Gen 2的这个 tag， 那里头呢可以、基本上是有这只母鸡的资讯在里面。那旁边有一个金属的感测片，那金属感测片搭配到前端的我们的进阶开关，就可以感测到，我们可以有双重的感测，一个是利用这个。进阶开关跟这个铁片呢，去感测到是哪一个位置、哪一笼，那相对的可以跟 RFID 里头的这个资讯去互相对照，是不是确实是这一笼哪一只鸡？然后后端呢，就有一个光电开关去感测，这个时候我在集蛋的时候，它有没有产颗蛋在上面？然后我们利用蛋梯，把它带动。那我们这个蛋梯的速度，我们特别把它设计，它每一阶相邻的两阶。就是刚才相容的两只鸡的这个蛋，假如相容两只鸡都有产蛋的话，在这个蛋梯，它在这个输送的过程刚好是上下两节都有蛋，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带动到后面它整个的一个这个喷墨的预警的机制。好，那这个就是利用总蛋，这个总蛋的呢，它有很重要的功能，它会把每颗蛋都导到一个相对应的一个适合喷墨的位置，利用它的。这个移动跟滚动，那待会我们在影片上可以看得到。那这是一个喷墨机，喷墨机跟我们的这整个集蛋的控制系统是做连线的。那这就是喷在蛋上面的二维条码，它分别是母鸡的意号跟集蛋的，就是集蛋的时间。另外呢，我们也便于人工可以辨识的话，我们的笼号也喷上去。这是它的控制系统，的部分。那所以我们今年度基本上完成了半自动化的 RFID 疫标行动装置管理系统，然后呢自动化的统蛋的一个出行系统也建设完成，现在目前都在积极测试中。另外在1997年度呢，我们重点会发展，第一步是强化目前的系统，那第二个呢，我们是重点希望把这管理的资料库系统，然后呢建设完成。那在第三年的话，我们就希望能够再进一步的应用，而且希望把这个喂饲量及饮水量重有关环境的自动化记录能够建立起来，能够另外呢扩大的系统在这个生产及品质追溯上的管理应用，那另外呢能够结合给国内怎么样来发展适合的这个种土鸡的产业上的应用，那当然希望能够成立这个。所谓产官学专家共同来参与，来提供一个好的一个咨询的窗口。那我们的预期效益呢？我们有四点，希望利用这套系统和针对种土鸡的生产选育工作呢，提供这种自动化及安全管理的机制，提供整蛋孵化率及它们的品质，然后能够详实记录这些资料呢，改善这个生产的效能，然后进一步能够降低所谓它的这个。转机场的感染的机会，那另外呢，我们希望这套机制能够发展出来，我们希望能够发展具有国际化的这种原源种，就是最上游的原源种、二源种土地的产业，然后产生这所谓具台湾土地特质的这种高品质、高价值的种土鸡，那另外呢，我们这整个系统呢，我们因为是自己开发的，那我们可以配合
这些目前的这个中土鸡他们的或是土鸡业者他们的需求，我们可以针对他们的需求来设计适当的系统提供给他们使用。好，那我以上简单的报告，谢谢。我们接下来就是有这个五分钟影片的这个欣赏，可以会更清楚知道这个包括中土鸡还有这个选蛋的整个这个应用上面的流程。那这从这边开始，就是我们看到从配种开始，我们就开始建立它的土系的资料了。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这个行动专注的系统开始。那这个是受精，对不对？这产精，产精。然后，那这时候公鸡的资讯，我们就利用行动专注可以去建立，然后再配种，受精。所以这在系统资料一开始就开始应用上去。那这就是我们自动化的集蛋的系统，上面是操作的这个面板的一个流程。那它连线以后按起，这个，那按启动以后呢，就开始集蛋，集蛋。那现在我们看到它上面有蓝色的，一个小，这个就是 FID。那旁边呢，在前方都会有一个感测，每一笼都有这样子这个感测碟片啊。那大家会问到这个会不会很麻烦？这个成本很低啊，那个铁片很短，然后那个目前是我们自己去加工，对，还成本是很低的。那它带动到前面蛋梯这边会有感测系统，就刚刚跟大家报告，它有进阶开关，还有光电开关等等，它去感测到进来的位置跟有没有蛋，然后利用这个蛋梯一颗一颗的带动到这个前面的总蛋上面，总蛋上面。好，大家看到这个时候它的方向都不固定或者很乱，可是大家看到相邻两笼，它大概间隔是固定的，因为我们利用它这个时间呢会去检查是不是有中间有误差的机制，这边有一点黑，那它到这一个斜板的时候呢，它靠它底下总带的转动跟这个移动呢，它会把每个蛋转成一个这个跟行进垂直的一个方向，那很乖的一颗进来，然后经过这个喷墨头的时候呢，就把那个二维条码跟那个笼号都会喷上去。那这时候我们看到操作面板上看到精度，那个经过那个感测系统的哪一笼，它都可以直接显示出来。那整个一条，我们这大概是150笼，150笼，整个回来以后，它整个收蛋完了，它会再回到最原来的位置，也就是说，它每一个的那个take 跟那个感应铁片会跟煤笼对好以后，它才停下来。那这样收完以后呢，马上就会把这个产蛋资讯透过我们的控制系统传给我们的电脑。那到时候我们要孵蛋的时候呢，我们就利用这个我们所喷上去的资讯，选择同一只母鸡生的蛋来把它放在同一个孵化栏里面，然后等到孵出小鸡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呢就一孵出来，我们就把具有 tag 的疫标挂上去，然后同时称重跟做一些这个一些防疫的处理，然后再我们的这个生长资讯系统呢，就做输入，这有点黑，在震动，一只小鸡震动。震动我们现在有两个，一个是用人工输入的，那我们也可以用利用那个自动这个有蓝牙机制的这种自动放射，直接输入到我们的这个 PDA 里面。那这小鸡的时候呢是平视的，那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这个行动装置去感测它，然后记录它一些生长的情形。这些小鸡很可爱。可是这种可以上反应再录吗？那在上笼以后呢，你可以利用我们的行动装置系统配合 FID 的感测呢，去输入它一些生长的资讯。
那这些生长的资讯呢，都基本是搭配我们后面要做的育种这样系统需要的，啊，需要必要的资讯，来做的这个建置。那刚刚也听到 B 的医生就表示感受到。那这些呢，我们像今年要建置就是资料库跟育种这样系统去产生，然后去选出好的种机出来，然后进一步我们希望能够达到我们刚才这个计划的一个展望的一个成果。那我们简单介绍，谢谢大家。谢谢谢老师。我想开一个玩笑，我刚刚看完这个蛋上面，然后喷上这个二维条码，然后就可以很快的就把同一只母鸡生的蛋，然后放集合在一起，然后去控制这个品质。我刚刚心里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还好人的小 baby 是一个一个生的，好，然后不用去弄清楚这个妈妈生了多少个 baby。但是换另外一个角度哦，不好意思，我们用一个比较发想的角度，其实用在人的身上啊，因为我们生完 baby 刚出生的时候 ，baby 的脚上都要带一个那个一个牌子，然后就好像妈妈手上有带一个牌子，因为两个人其实是必须要互相比对哈，就是这个是我生的 baby 哈。那如果说我刚刚自己在想，要是有一个二维条码是洗不掉的哈，其实两相对照。然后呢，那个小朋友被错领的几率哦，也会大大的降低。好，我们接下来看过了蔬果芭乐，然后也看过了这个小鸡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进到哈，就是刚才各位从这个大门口进来的时候，就发现有非常两盆非常美的这个蝴蝶兰哦。我们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个成果呢，就是蝴蝶兰的这个生产管理与 RFID 的这个应用。那我们很高兴的呢，请到了这个农事所的这个陈炳辉陈所长，陈所长呢一定很开心，因为他今天呢要为两位站台，又有两个很棒的计划，上午一个哈，这个下午一个，所以我们首先欢迎陈所长，跟今天呢要为我们这个来做讲解的农事所的戴廷恩系主任，我们欢迎两位。谢谢主持人。各位学者专家哈，很高兴哈，为我们本所执行的这个 RFID 应用在蝴蝶兰栽培管理应用当引言哈。刚刚各位有看到燕藻芭乐是非常可口，这个毫无疑问。那蝴蝶兰虽然不能吃，但至少它是秀色可餐哈。好，那我们知道蝴蝶兰是我们农委会一个四大旗舰产品之一哈。那尽管去年哈有某周刊呐哈报道说我们台湾蝴蝶兰王国哎受到威胁啊，但是我们台湾蝴蝶兰至少哈这个产业在全世界还是第一哈。那我们只要是销美国、日本，那当然我们也受到荷兰的这个极大的一个竞争，这个是高价的部分。那低价的是受到中国大陆的一个竞争。那如果我们蝴蝶兰这个产业，如果我们没有提升我们自己的竞争力，那真的是有时候是蛮担心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蝴蝶兰哈，在大家知道嘛，它一个栽培的一个园都是三万坪嘛，好，然后这个坪苗或是幼苗阶段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那如果我们没有一套很好的一个管理系统，好，那比如说在养育啊，或是病虫害的一个管理，甚至货送，将来运输一个阶段，如果温度不控制好的话，哦，那都会对我们这个蝴蝶兰的这个竞争力有所影响。但是如果我们使用很好的一个 RFID 一个技术，相信哈，在节省人力成本哈，都会有所注意。那也相对的，让我们这个产业哈，外销有更强的一个竞争力。那我们今天本所哈，花卉研究中心在主任哈，那执行这个计划已经有一年的一个时间，那相信他今天会用很好的一个成果来展现给各位。那是不是我们就欢迎我们戴主任哈？谢谢陈所长的介绍哈，然后各位来宾、各位长官哈，大家好，这个。
可不可以关掉？啊，从结婚以后就没有站上这种类似这种舞台过了，其实这样子照其实有点紧张。不用看我，看两边的简报比较重要。那这个计划是 RFID 在蝴蝶兰生产管理上要，就好像我们刚陈所长所说的，它的整个生产流程在农作物里面其实是很少说有这么长的流程。那在台湾的这个产业里面也很少说有从头到尾整个供应链或者是产销链，台湾都有厂商牵涉到里面的。所以这整个的生产流程，等待会会介绍哈，从两年半甚至于长达三年。那这么长的过程里面，你必须要做好每一个的追踪管控，是相当的困难。所以说，现在业者在花在这上面的成本相当的高，那精确度也有待提升。这个计划我记得最早是大概两年多以前，宏基公司打电话给我，那时候我刚好在火车站，我记得是自强号上面，那时候还没有高铁，然后他们就说，有这个计划，有这个构想。要怎么应用在农作物的生产？那时候一直在想说 ，RFID 应用在农作物生产 ，RFID 一个多少钱？农作物一个才多少钱？你要怎么应用到农作物生产上面去？那可能连宏基公司一台电脑几万块，他都不愿意贴一个 RFID 了，更何况是农作物。所以说那时候就一直在评估说，到底哪一个农作物才可以导入这个 RFID， 也真的在产业上是有需要的。那先做一个简单的概念，就让大家了解说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蝴蝶兰。那在整个台湾的农作物的种植的比例来讲的话，花卉大概只占了2%，哦，相当的少。那2%的花卉里面，大家可以看一公顷，我们可以产出大概将近90几万，将近100万的产值，哦，所以农作物里面花卉是比较产值高的。那花卉里面其实切花跟苗木是最重要的，那兰花大概只占了4%，哦，花卉里面兰花只占了4%，以生产面积来讲，但是这4%的面积，单位面积产量，你一公顷大概可以让你收入将近500万，哦，当然这个是有点，当然我们自己是做花卉的，有点每天在拈花惹草。所以当然要帮拈花惹草找一个合理性的理由，哦，所以就是说花卉是比较高经济价值的作物。那在这高经济价值的作物里面，兰花里面最重要其实就是蝴蝶兰，它占了所有兰花的生产的大概占了70%左右。那也就是说，我们就这个比较高产值、高经济价值，然后又比相对来讲比其他的作物要重要，所以我们就选花。蝴蝶兰来导入这一个 RFID 来做一个概念的验证。那整个蝴蝶兰的栽培面积目前大概200公顷左右，那以去年的统计大概16亿或17亿左右的外销值。那大家看2004年，大概3年前而已，才只有8亿，哦，所以这3年里面已经成长了大约将近1倍以上。那整个蝴蝶兰的生产面积基本上集中在台湾的中南部，哦，从嘉义、台南、云林、高雄一直到屏东。那对导入 RFID 的时候比较困难，就是说大家要知道资讯厂商大部分是分布在台湾的中北部，所以在导入这一个蝴蝶兰的时候，那个就是这个距离就会比较累，不过现在高铁还好。那外销值的话，刚刚陈所长有提到说，去年有一本周刊他提到的一些数据，好像对我们来讲对这个产业好像有点不太有信心，可是基本上不是台湾的量变少，而是那个比变大，整个市场变大。那你看这个从2003一直到2007，整个蝴蝶兰在台湾的每年的产值的成长率都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尤其是去年2006到2007增加了70%，这是一个很大的成长量。那这值得我们警惕，值得我们高兴，当然也值得我们警惕。这个产业当然有它的问题存在，那它的问题存在在哪里？刚刚提到说蝴蝶兰来讲，它是从台湾是从整个产销体系都牵涉到里面，它是一个属于很标准的接力式的栽培，从组织培养一直到温室，一直到出货作业。那有的厂商是从头做到尾，有的厂商只做中间的某一个阶段。所以说这整个接力式的栽培时间，从这个地方的最原始，如果从头算到尾，大概是2年半到3年的时间。那每一个阶段通通可以出货，哦，这个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平苗也有人买，一寸半、两寸半、三寸半到开花株，通通有人买，你也通通可以卖。那有人从头做到尾，有人只做中间的某一个部分，
那所以说在这样子从比如说从一颗一直放大到最后将近10万颗或者是更多的时候，在2年半的时间或3年的时间里面，你怎么去管控这整个的产销流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那就先从组织培养来说，组织培养这样子小规模的大概一个面积30万个瓶子在里面，大的可能上百万瓶在里面。那大家可以想到说，这样子这么大庞大数量的瓶子，我怎么去找它放在哪里？我怎么去找说我什么东西有多少？现在的业者的做法这个可能一层不够，还有做2层的这是面积更大的。现在大部分的业者怎么做？很难想象就是几十万瓶就这样插牌子，或者是用手写在瓶身上面。这样用手写会有一个什么缺点？最近我们花花中心做一个实验，就遇到这个问题。7写到最后变9，9写到变7，号码写错了，整个实验就重做，就整个实验就错误了。所以这样子耗费人力，然后当然出错的机会相当的高。这是组织培养。那在温室管理方面，现在台湾单一面积最大的温室是1万坪，1万坪有多大？长300公尺，宽100公尺。大家可以想象那个面积多大。那在这么面积大里面，以开花株的大小来讲的话，一坪大概可以放100棵，那1万坪大概就是100万棵。那100万棵里面，怎么去管它的位置跟数量，跟组织培养一样，这样子大概密密麻麻的植物，大家怎么去盘点它，或者是算它的位置，跟组织培养一样，很人工化，甚至于还有用纸写了就贴在植物上说这边有多少颗，这是什么批号，或者是写像，或者是写像子，所以变成整个温室里面密密麻麻，红橙黄绿蓝靛紫，什么牌子都有，就用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区分来代表不同的作业的层次。这是一个感觉上很原始的一个管理的模式。那再讲到出货上面来讲，出货现在台湾输出到美国，基本上是用这样子台车的方式输出。如果说我有一个闸门，我推过去我就直接盘点了，我就不用再这样子一天到晚那边用人工去盘点它。这个是以上这些都是一个整个蝴蝶兰的生产的一个瓶颈所在。所以说在组织培养、温室作业一直到出货之类，就有这些问题。批号、数量、盘点、费时、种苗的品质你很难掌控，生产履历也无法追溯，那员工的绩效更难以评估，出货的记录最终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基本上现在造成这个问题，就是大部分的业者都是用人工作业。那 FID 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办法扮演某一个角色？那我们的评估之后，就是说它要配合一个生产管理系统。FID 基本上对产业来讲，它只是一个读取资料的界面而已，它一定要配合一个生产管理系统，甚至于要连接到整个公司的 ERP， 它有办法去管、去加强。提高这个组织培养、温室作业还有出货作业的绩效。因此，这个计划的目标总目标就是很自私，很就是提供给农委会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提供要导入 RFID 在生产管理系统，矿管追溯供应链资讯的正确性，利用这些资料改善流程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也希望这个的导入能够对业者能够真的有帮助，提升他们的管理的绩效。那当然导入之前我们要把整个应用情境规划，这个是一个整个应用情境的规划图。 RFID 在这个地方只扮演协助作业人员去收集这些资讯，那它要配合一个生产管理系统，甚至于 ERP 把我们的人员管理、库存管理、主培管理、温室管理跟出货管理做一个很及时而且正确甚至于方便性的一个资料的收集，然后让我们的订单品质、生产还有绩效的管理能够提升到一个不一样的层次。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减少那个业者的成本。所以在我们配合不同的作业，主培、温室、出货不同的作业，我们有不同的 RFID 的追踪的标的，然后收集不同的 RFID 的资料，利用 RFID 收集不同的资讯，然后配合不同的生产管理资讯来这样做，这样子的一整个的应用情境的规划，然后来执行我们的计划。那最重要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应用情境我们规划好之后，真的执行的时候面临到一个
一个问题，就是说市面上比较没有那种现成的 tank 可以用，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根据我们的应用情境，我们要要管控组织培养的时候，组织培养的平苗基本上它要高温杀菌121°C20分钟，那有没有适当的 tank 可以？他们说没有问题，请问厂商说，厂商说没有问题啊，只要适当的封装，那适当的封装就代表成本的提高，所以这个是有点冲突，就是说你要，当然技术上都没有问题，成本要提高，可是大家记得农业上面成本一提高，基本上业者就不太可能会引入，所以成本一定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才有办法引入，所以我们整个标签就重新设计。设计了之后就设计成这样子，一个卵配合，当然也配合我们现在主培的一个作业哈。这是一个塑胶的卵垫，因为现在的组织培养它都会在上面套一个盖子，我们用这个去取代它。这个是我们设计出来的 tag， 然后这一个是一个塑胶垫片，把它垫在里面。那后面的整饰它会有成品。那这个是委托工研院他们设计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这个 tag。121°C 20分钟，我们目前测试到现在可以杀菌5次，基本上晶片还 OK， 没有毁坏，所以是 OK 的。那这个是组合之后 的成品，那这个是整个套件，后面有成品，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只不过这个是一个开发出来一个组培架，它可以自动盘点。那这个是后面有一个小型的，可以大家可以参观了。这个是一个自动盘点的一个组培架。那这个的频段是用 HF， 因为它下面是有水有植物体，所以 UHF 在这个地方受到干扰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是用 HF 来做它的应用。那这个是温室里面，我们要做温室里面要管控的时候，温室的标签的设计。这是在测试的时候，因为这个温室的床架是铁，然后上面有植物，我们还会浇水，所以基本上这一个要能够避免干扰，又要能够防水，所以我们的封装有做一定的程度的改良。那目前后面所看到的那一个比较长的，这个是我们去年所做出来的一个标签，这个是比较长的，那它读取距离是大概1公尺到1.5公尺。那我觉得这个读取距离有点太远，反而是太远，我们不需要那么远，因为我们不希望员工应用的 RFID 它自动收集资料之后反而开始偷懒，我们还是希望你慢慢的看，慢慢的观察植物长得怎么样，所以我们要求今年这个要把它给缩短，读取距离大概50公分就好，员工你就慢慢的走过去，不要走很快，我们这个今年这个已经有改良了，这个是第一代的产品。那防水性没有问题，读取率没有问题。那这个是床架的标签，来配合苗放在哪个床架上，一个位置的一个管控。那这个是用手持式的一个 reader， 那这个 reader 跟后面好像三重市场用的差不多，有点像啊，但是有一个同样的地方就是都很重。那这个我们请小姐拿过了。刚刚有没有大家可以试试看，拿一个温室，拿这一只从头走到尾300公尺是什么感觉？那小姐都有哇哇叫，不太可能。所以今年我们要把这个改掉，再换成另外一个，就是比较轻薄、短小、比较好携带的东西。那这个是我们在温室里面整个当配合这个盆苗，我们把这个标签插上去的时候，那这个是配合资讯管理系统。生产管理系统一个标签代表你的管控，我可以管控到一颗，我可以管控到一瓶，但是相对的成本就要提高，那换来的投资的成本换来的就是精确度提高，我可以管控到每一颗，但是如果说你管控到一批可能是1000颗或10000颗，当然你的投资成本会比较低，那你的管控的精确度就没有那么高，所以这个是 depends on 业者的决定。那这个是一个大豆的设计，那这个是出货的，我们就把整个出货经过适当的标签的位置，还有标签的封装的设定，然后就把这个天线的设计好，只要这个地方我将一整个台车推过去，那基本上就可以生产管理系统就可以把出货的资料记录起来，然后发送出去，发送给你的客户，这个是在
在叶城那边测试的情况。那这整个计划的流时程就是说2007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是在报会中心做一个先导性的试验，把整个的概念验证还有整个的流程都给盘点出来。那2008就是今年哦，就是要到业者那边去做实地的验证，因为基本上我们在实验室做 OK 没有问题，可是放大到温室的生产，放大到商业的生产环境里面，哎，到底是不是真的像我们说的那么的好，我们还需要再测试。所以这是2008到2010年的时候。那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要导入一个系统是非常的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也要希望我们也找到一些业者，就是有高度的意愿要配合我们。那因为导入 RFID 不可讳，就是说你的生产管理的流程里面势必有一些一定要跟着变。那这个变的话，有时候也是一个冲突，就是说你又不能改变的太大，改变的太大，员工就觉得啊，头家引入 RFID 是在找我麻烦，哦，这个员工就会排斥。那当然就是要跟业者跟后，甚至于到员工的层次，要做某一个程度的沟通，哦，这个就是我们这几年要做的事情。那比较报告到这边。那这个是从头开始，就是从最原始的材料开始，我们是从主培开始一直做到最后面的出货，做一个简单的5分钟的介绍。那刚开始主培就是剪花梗做母皮，那母皮做完之后，我们就会进到主培座位去做建立母皮或者是建立一些系带的过程。那大家可以看得到说，他就是把一些鸟放进去，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橡皮塞塞进去之后，再把我们设计的一个 tag 放上去啊，这个是套上小帽子 tag 的小帽子，然后再经由一个 RFID 的平台一次读取20个资料啊，然后再建立到那个生产管理系统里面去。然后建立好生产那个皮秒的资料之后，这个就是主培上架，让系统知道这一批东西现在放在哪里。那在整个主培的过程里面，我们还会有一些盘点，比如说它生产不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淘汰。那以现在的作业就是用人工用纸本去记录它淘汰的原因跟淘汰的数量。那我们就是用 RFID 直接记录之后，经由无线就传到资料库去做一个更新 update 这样子。那组织培养过后，从瓶子出来就要进到温室。那温室里面，我们先把苗先种到塑胶盆上面去，然后塑胶盆再放到塑胶框上面去。那我们的应用环境现在设定是以框为一个盘点的一个 RFID 记录的单位啊。那这个标签要先记录，然后记录是说让系统知道这些标签以后会代表是什么批号，然后再把这些标签就插到这个盆苗的这些塑胶框上面。那如果说你的系统设计一只框是6颗，那以后少到一个 RFID 就代表你这边有6颗。如果在记录是40颗，那一个标签少到就代表40颗，系统会自动帮你更新。那些插好之后，一样也是要跟系统讲说这批东西现在放在哪一个床架上。那在盘点的时候，也是要先跟系统讲说我现在要盘点哪一床，然后基本上现在就这样盘点过来就好，就不用再拿一个记录本在那边记，或者一张小抄在那边抄，然后回到办公室再去 key。 基本上这些都可以用无线到资料库上面去更新。
那这个地方出货，因为我们拍摄画面的时候，最近刚好没有什么厂商在做大量的出货，也来不及，所以我们就一些照片来代表哈。那基本上就是在测试标签，在纸箱上面贴的位置，我们希望要标签到最后能够整合出来，就是一个出货的一个单子。那这整个计划是由计划执行室花卉与研究中心执行，那有一些技术是委托工业开发，那经费当然是由资讯中心，感谢资讯中心的一些经费的支持。好，我们接下来很快的进行到下一个单元。那下一个单元呢，看完了这个美丽的秀色可餐的花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到了这个好吃的，好，现在换成是这个水产品。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呢，邀请到这个两位，一位是渔业署的这个江英智江组长，然后另外一位呢是为我们做这个成果发表的海洋大学的杨建东这个杨老师，然后我们先以热烈掌声欢迎两位。谢谢美丽的主持人，各位学者专家，还有各位贵宾。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个我们农委会的这个安排之下有这个机会来这边针对 FID 在养殖业方面应用的研究成果的一个报告。那么当然我在这边也顺便要谢谢我们海大的杨老师哈，因为在他的这个计划参加指示之下哈，虽然短短只有一年呐。不过，应该也算有一个初步的一个成果，我相信呢、再继续推动下去的话呢，对于整个 FID 在我们现在所谓的农会计在推动的产销比例这一部分的应用一定会提升它的一个效率。那么这一次因为养殖业本身的这个养殖种类非常的多哈，那么我们特地选了三样，一个是海狸。一个是这个牡蛎，还有一个就是石斑。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海狸呢，它是一种白肉啊，白肉。那么我们把它设定是将来要跟这个鲑鱼来竞争的一个鱼种，因为它也算一种大型鱼将来可以做成鱼排等等所以我们认为非常有竞争力，有这样的一个 potential 来在国际市场呀，或是国内市场来加以竞争。那另外一个就是牡蛎牡蛎我想在台湾这个沿岸可能大家都会看到，大概从彰化以南一样的这个千来地区都有从事这个牡蛎养殖这样一个这个环境那么靠这个在生活的这个渔民呢也有几万人非常多，那么产值也十几亿所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养殖的这个贝类。那么这个就是石斑我讲石斑大家应该也蛮喜欢吃因为刚才讲到吃好像就讲到水产那确实不错，因为它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肉类我们这个苏科长已经不在了，不然他会过来 又在做广告不过确实也不错，因为它还是比较不饱和脂肪酸这类东西的做个广告那么石斑是一种高品这个比较高经济价值的这种鱼种所以在南部在高雄啊、屏东等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养殖一种。那么产值一年大概也一万吨左右，那么价值大概十几亿所以特地选这三样东西呢，希望能够透过这个 FID 的这个技术的应用让它在整个所有的生产过程的资讯都能够透明能够透明。那么让我们的业者消费者在这个选购的时候能够资讯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应用的技术呢，让他能够买的这个放心，那么吃的安心这是我们的一个目的。那么目前当然这个产销比例也一直在推动之中。那我们也晓得，我们渔民呢，大概跟农民比起来，可能他的这个有关电脑这方面的水准，可能还稍微比较差一点因为还是比较偏远的地方靠海边，所以讲个笑话所以我们刚开始在推动这个产销比例要上网去登录这个整个生产资讯的时候，有的渔民他不敢去碰电脑他说是会不会电我电我了我电了，看到电脑就电个字会不会电到人有点怕所以他就用纸本
用资本，然后回去再去把它资料再踢上去，这整个效率啊是非常的，讲起来是不高了哈。那如果说今天能够利用这 RFID 这样一个技术啊，将来用无线的 PDA 跟连接在一起的话，我相信对于整个资讯的这种传递啊，包括这个存在这个继承等等，都有它的一个功能。那么在这边为什么还要再特别要去推动？我想也在这边稍微再补充一下，我们的牡蛎啊，国产牡蛎鲜度一定是比进口的，包括走私的，因为我们现在走私是蛮，这牡蛎进来蛮多哦。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RFID 这样技术，能够辨识哪一个是国产的东西，哦，那我们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也能够爱我们的国货。那对整个国内的这种养殖业啊，我相信一定有很大的贡献啊。那么我想我在这边就简单介绍到这里啊，也到这里，因为我们这杨老师啊，我刚才看了一下资料，大概是蛮多的啊，五六十张啊，所以我应该要把多留一点时间啊，给他来做成果的发表。所以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蒋组长，谢谢各位贵宾到这现场来。今天在这边呢，介绍这个在海蛎、牡蛎、石斑呢，在这养殖业的过程当中 ，RFID 的应用研究。我们当初最早接到这个计划，它主要是要能够配合我们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的产销履历。那产销履历的过程呢，在这个养殖渔业里面呢，事实上它基本上原先的水产品，它有它分类，有它所谓的全球生产者的这个位置嘛，也 GLN 的部分，还有它产品流通追溯一维条码，然后我们要求产销履历啊，在消费者端呢、啊，目前大概农委会是用 QR code 做主要的一个代表，那这里面一连串的资讯的传递。跟所应用的 RFID 要怎么样的结合在一起，是我们这个计划最主要的一个目标。然后基本上从它的生产、加工、消费，以及在未来使用啊，一个扩大的一个情况会如何，都是我们这个研究的一个主要的部分。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基本上生产端里面呢、啊，养殖户它有它 GLN 码，然后 RFID 啊，我们假如要能够做行动管理。那事实上在产销履历里面目前最困扰的一个部分呢、啊、是所谓的 L3 是属于生产端它的一个生产记录的部分。那目前看到极大部分的这个生产资料，因为业者大家都是用手写，然后后来再敲进去，那有的是整个产销班呢、啊、雇请一个人呢、啊、或者是特别找一个人把这个整个资料敲进去。那有的业者，当然我们知道在宜兰一个养虾的业者，他非常用心，他说他这个员工啊，半天时间负责这个在生产养殖，半天负责在敲资料，哇，那这个花费的时间成本非常的不得了。那所以事实上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主要就是说要能够把 RFID 确实的能够让生产者感受到它的效益。所以在整个部分呢、啊，事实上最主要是针对产销履历的部分，那一直到最后列印条码，能够把这些相关的基本资料都能够写入到这水产品包装箱的这个 RFID 标签里面。加工端事实上也是类似，它在基本上要把这个生产者，因为它要承袭上一端的这基本资料，那。通过 RFID 的传递啊，它能够把这个资料带过来。那事实上，在我们后面的应用里面啊，我们还利用到所谓的 RFID 跟温度感测的结合。那这部分也是在水产品里面，因为它好一些东西有冷冻运输的，有冷藏运输的。那运输过程当中啊，假如万一有个这个温度上的变化，很容易让品质啊出现问题。所以如何能够记录这整个过程，那不要说出了问题啊，大家来追究责任的时候啊，搞不清楚。那事实上这也是最近在国内啊，有人在
重新来探讨所谓的 cold chain 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事实上在这一边呢，其实也是会同样出现的。那消费者端当然如何能够把这些资料转换到最后的 QR code 上，那这边是一个我们在水产品交易里面呢，它像它一个 trade item number 的一个这个分类码的前面是台湾的码，后面针对鱼产品的部分。那海关进口税则这些的，它对于这里面的分类，所以在这个计划里面，事实上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把原先他们所有的分类标准做了一个总的整理，因为只有把这个部分搞清楚以后才有办法让资讯做后续的传递。接下来三张图片分别针对所谓的海狸，它在生产端、加工端、消费通路端。那海狸极大部分现在是箱网养殖，各位也知道今年二月这个受到严重的这个一个挫折，或极大部分的我们所接触的业者，他们大概都是不管多大的挫折，他们大概还是继续的恢复在这个养着海狸。那海狸事实上在中国大陆也有，在越南也有，或目前根据业者的这个事实上我们自己品尝了，也是台湾的海狸水准品质是最好的一个。那他们在这个海上箱网养殖，所以这也是早上在 WSN 的这个研讨会里面了。事实上有好几个单位，我们事实上在海洋大学也在积极的寻求这解决的方案。那事实上我们现在针对就是说用 thermocouple 量测这个海水的温度这部分大概可以解决。现在最后有待解决的是从大概一两公里外的海域把资料传递回来。那目前在澎湖水事所那边，他们好像有一个专案在进行。那事实上我们在海洋大学，我们自己也在寻求我们的解决方法。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不久的未来我们能够透过这比较强力的 RF code RF 的这一个transceiver 东西能够把这，因为目前我们手边拿到厂商给我们的资料它能够到5公里到10公里的距离那大家就够用。不过我们大会卖的价格看到的，它因为是直接从国外，它在在这个报价是要到$70。不过我们感觉是，假如真的能够发挥作用，其实是可以。不过当然耗电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那在这个地方基本上这个冰鲜鱼体这一部分它冰鲜鱼体的传递到这初级加工厂，然后经过海运到加工厂，又直接送调冻到餐厅。透过盒装，透过片切到这个贩售点，到或者装箱出口。那事实上在这一个这个部位是我们认为 RFID 会使用量比较大，而且发挥最大效用的一个地方，做每一个养殖池，做每一个这个箱网养殖的一个标示。那在这个运送的过程当中，当然 RFID 的标签可以确保就是说我们这一个包装这个运送的 container 的一个辨识。那基本上到调动之后，那业者就直接会希望原先的业者他是用一维条码。那目前当然一方面配合的产销履历已经都改用 QR code。那其实一维条码、二维条码之间最大的一个战争就是在扫描器。那原先照理说一维条码扫描器应该是比较成熟普及。可是没想到因为几乎所有的照相手机现在都接受 QR code， 所以这个战争大概没得打了。也就是说在消费者端他大概一定会用照相手机去看。那这也是另外一个在所谓的two dimension 的 code 的地方另外一个这个有严重分歧的。因为我们知道二维条码目前大概在世界上有三大主要，一个 PDF417， 一个 Data Matrix，然后日本人是走 QR code。 不现在当然日本韩国、台湾这个也就东北亚这个地区大概都已经接受 QR code。 那我们认为这场战争QR code 大概会打赢。那这也是在二维条码的部分因为消费者可以直接透过手机就能够查询到讯息，直接能够上网。所以在这个至于盒装，我们事实上在整个计划里面
我们也在这一个保利龙箱里面、放了这个 RFID 的标签，本身具有这一个温度感温度记录在上面。那这个蛮有趣的，可以它可以把这个全程的温度、被记录下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丢到台湾的这所谓的冷冻冷藏的宅配业者，不过那数据非常有趣。假如各位有兴趣的，不过这我们不愿意揭露，揭露会被打。那在这个各位可以试试看，你丢一个这个有温度感测的这记录器你去丢这个所谓我们目前的宅配业者，各位会发现到非常非常有趣的数据号称冷冻宅配不过有的时候会在常温以上了。所以市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讲到，就是说整个责任归属就你东西出问题，到底谁出问题？是生产者生产的不好，是运送者没把你好好的维护，是这个大卖场他把你堆在门口，堆在仓库门口堆了两个小时，大卖场拿进去，预备放到架上，又放到外面放两个小时，到底是谁错？那这个事实上是整个跟这个所谓的不管是冷藏或冷冻物品，大家都有这个问题。那这个 F 一个具有温度感测的 RFID 标签，或者我们现在事实上我们也改了，我们会用一个所谓 Zigbee 加温度感测，跟着它全程来走。到包装箱，事实上这个部分蛮辛苦的，因为我们本来一直在寻求跟厂商。其实台湾两个最大的厂商一个是永丰鱼，一个是这一个正荣。那本来我们认得的一个厂商，他说他已经跟正荣下了 order， 希望在场没有正荣的叶子，因为一直没拿到货。那这个东西事实上蛮辛苦的。那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自己贴个 UHF， 或成本太高，因为目前UHF 你真的要能够在市场上使用大概非得要这所谓他们这个纸箱叶子直接用这个喷墨印刷贴晶片的方式。那当然他们现在报价出来非常的，我们感觉是已经非常不合理，因为我们本来认为大概在5块钱到10块钱台币，他们就报出来价远低于这里，可是拿不到货没用。牡蛎的话，因为它比较另外一个比较特殊，它在这个海上面是一瓶一瓶的这种养殖的方式。那在这个运贩商它可能去一次收好几个这个养殖户的货，然后在一个这个车辆运送过来，然后送到加工厂，然后这个整个经过处理。那这里面就出来一个问题，因为它一次可能会收好几个养殖户，所以我们在过程当中在后面的图片里面你会看到这羊他们收集牡蛎是用像那洗衣篮一样的那塑胶篮。那这塑胶篮上面我们后来把它用 RFID， 那 RFID 它进到加工厂之前让它在这边透过 gate 显示出来是谁的货，然后再把它货堆积放在一起，然后加工的时候一个养殖户一个养殖户的加工方式，让它这一个所谓的出来的东西能够分辨出来源。那这个在产销履历里面责任归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石斑这个东西就更有趣了，为什么呢？因为石斑这个事实上本来养殖几乎都差不多，刚才组长特别介绍到石斑是一个高价值的鱼类，非常有趣，为什么呢？石斑前一阵当然前年说这孔雀石绿的问题出了问题以后好像事情大条了，结果各位说石斑养殖业者有没有倒？没倒，而且他们的生意还蛮不错的，为什么呢？事实上后来他主要的一个销售点不在台湾了，中国大陆事实上吸收的货吸收的蛮多的，非常有趣。只不过两个礼拜以前这个我们在团队在讨论事情的时候说石斑，我们说这个目前价格多少？它大概在池边一公斤大250，就池边交货250。好，然后说广州多少？他说广州300。他脑筋一转，说加20%还不错250变到300。结果后来他说，李老师你有没有搞错300人民币。哇，我听了吓我一跳，我说你有没有骗我？他没骗你台湾250台币
这个广州活鱼啊，300人民币，啊，我说这个不是25%的问题，不是20%的问题啊，这不要好几倍的问题啊。那事实上活鱼事实上我们当然目前的做法是用这一个塑胶袋，然后外面保利龙箱外面再加纸箱，那一个纸箱大概可以运到装4条的石斑鱼。那目前事实上在澳洲啊，他们用的活鱼箱用的非常多。那这个活鱼箱啊，它可以直接上飞机，它可以直接送到你要指定的地点，然后很快速的它又可以回来回收这个活鱼箱。所以活鱼箱的价值非常的高，因为它可以在里面啊，目前啊大概可以就是说大概在3天左右还可以维持到活鱼的新鲜活鱼的状态。那所以活鱼箱假如这个当然马上会不会好我们不晓得啊，可是这一个活鱼箱假如能够去大陆的话，经济价值就非常非常的高了。那这个而且它飞机运送速度非常快，它可以到哪些点，这些点当然有时也许我们都无法想象，可是这个是我们说在这一个高经济价值底下非常有用的一件事。那各位也可以在后面的展示的这一个地方啊，我们在活鱼箱的部分呢、啊，因为当初他给我们的一个要求，希望能够对于活鱼箱的安全保障，盖子什么都被打开，因为怕被掉货，盖子一被打开要被记录下来。那这个事实上，我们针对活鱼箱的部分呢、啊，我们设计了一个所谓的安全锁，在这边一打开 ，RFID 上面就会被记录下来，什么时间点被打开的。那当然有人说，哎，那你可以把这个位置，事实上位置当然也可以，我们加 GPS 下来。我们目前是这一个针对这个RFID 的 tag， 那事实上我们当然是用了一个 Zigbee 在里面。我们在 Zigbee 里面还本身还有具有温度感测，所以它这个活鱼箱啊，在整个运送过程当中的温度记录也都被记录下来然后什么时候被开箱，什么时候关箱子都会被记录下来。所以石斑的部分呢、啊，事实上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最重要的是针对在这个石斑高经济价值的地方，我们说开发了这个活鱼箱的一个应用。接下来的东西啊，因为组长刚说啊，我一定讲不完啊，这个有好几十页，我不会略带各位啊，我们大概很快跳过去，因为接下来事实上我们把整个过程呢、啊。采虾履历啊，它的一个从养殖到加工，它整个过程啊，我们把它都了解清楚以后啊，我们开发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所谓的行动系统。事实上，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原先开发就是，当然一讲到行动系统，第一个就是考虑到就是用 PDA， 所以原则上我们也不例外，我们用 PDA 加 RFID 做了一个养殖行动管理系统。那在每一个养殖池旁边都有所谓的RFID 的标签，那用这个 PDA 加配上 RFID reader 去感应了以后，事实上就我们知道它所谓的工作起点。那接下来一连串的这一个东西啊，都是它把相关的一些资料PDA 跟这一个整个系统之间，像这刚才讲投喂，像水质检测，像投药，整个相关的资料，然后进到所谓的 L3。那目前呢、啊，这一个 L3 系统啊，因为各个产业大家都有建立，分别在农委会作业里面都建立了所谓的 L3 的系统，水产品不例外。目前这个系统当然是大前年由一个台中的一个电脑公司啊所开发出来的系统，可是这个系统基本上还算做得非常不错，可是还是属于一种封闭型的系统，也就我们资料没办法从外面呢、啊、直接用 batch 的把它弄进去。那这一部分事实上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啊、我们自己修改了这个系统，让它可以跟 RFID 结合上去。所以这个做完 demo 以后，农委会这个渔业署的承办人员啊，他说这个确实是非常有用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也在今年的计划会要求这不管是由电脑公司或由哪单位来做，把这一个 L3 系统要能够开放出来，
开放出来，可以把外面的资料透过这电子档把它传进去。那这一部分事实上，确实，因为刚才组长也跟我谈到了，就是说，当然你可以把一些基本资料进去，可是还有很多东西啊，不停的要去记录，像投喂的重量，像这个投药的这个数量，还有这像水温、水质。那基本上，当然我们今天做的 demo 里面啊，我们已经针对水温的部分了。那事实上，水质的部分其实我们也都做了，可以透过所谓的无线感测，让这些资料直接的可以进到 S3 的系统。那至于投喂啊，刚才我在提到这一东西啊，它基本上跟重量非常有关系。其实我们在早上我的一张投影片里面呢、啊，我们对重量电子磅秤啊的无线感测、啊、基本上也都做完了。那这个东西将来都会跟这些系统结合，也就是你的这个所谓的需要做感测的、需要做记录的，需要针对哪一个词，所以用 RFID 做一个词的开始，然后所有的感测资料，大概基本上都会自动的进到电脑里面。那也只有如此，我们相信了、啊、才有办法解决啊这一个，才有办法解决，就是说在生产业、养殖业者，他们如何去落实产销履历啊？因为现在你会发现非常非常辛苦，极大部分的业者为了要争取到产销履历的验证呢、啊，他们下尽苦功啊。假如你看到他们那一整本一整本的，你都觉得蛮难过的，因为花很多时间去誊写。不过当然有些啊，我们看到同一支原子笔连写三个月、啊，然后温度的这个资料基本上好像气温都不太会改变了，那这个是也大有人在就是。所以在整个这个海蛎的加工流程，出货的作业，然后尾部贴上的二维条码到门市，门市事实上我们在整个这个流程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用这所谓的 RFID 标签，然后有一个是 KSW 这个温度感测的 RFID。那这个是它的这个所谓的牡蛎的这个篮筐上面给 RFID 的 tag， 通过这个所谓的感应装置，我就可以知道这一篮是从谁来的，然后到这一个所谓最后他们这个牡蛎装的，那这个他们这个各位看到这个图片了、啊，这就是一个活鱼箱，这活鱼箱啊大概是一公尺乘一公尺乘它本身装水是一吨。装的水是一吨的水，那基本上它上面有两个这个12伏的电瓶，然后有一个打气打气的一个机器，所以它可以让这个鱼啊，然后它目前进去的温度大概在15度到18度放冰块，它保证在30个小时不会超过25度C的这个水温了。所以这个活鱼箱基本上也有 RFID 的标签，它运送到那这个是我们在做，那基本上这个是去年的一个照片，那今年我们已经把这一个整个这个装置、啊、做得更精简更小，所以这整个这一个到了消费者端了、啊，它这些相关的资料，那我们也在。今年去年的成果蛮不错的，我们在几个国际研讨会里面呢、啊，在台湾的研讨会，在海外的研讨会，我们成员也分别去做了发表。这基本上这个东西这边我不多讲，因为在后面的这个摊位上面呢、啊，各位都可以看到实体的展示。基本上当然是一个 Zigbee module 加上了这个transmitter 的东西，然后。有一个 RFID 的 module 在里面，然后有 RTC 啊、哦，这个是我们在现场做量测的时候，做的一个照片。所以，基本上大概，这一段是我们的针对这一部分了、啊，我们透过一个影片来介绍在这个等，因为养殖场的环境啊，在这一个，海蛎的部分了、啊，基本上等会儿后头这是在澎湖那天河，它这个海洋开，这家是台湾最有名的一个这海蛎养殖的部分了、啊，牡蛎啊，这在
是在这个嘉义东石啊，东石渔会这边。那我们随团队同仁啊，也都随着他们的一个工作的船啊，直接到他这一个外海的养殖的地方啊，去看他们的工作的情况，然后了解如何能够针对现场去进行一个管理的动作。那石斑，事实上这一次我们在海洋大学一个临海养殖场，它里面基本上养了好一些的石斑了，各种各样的石斑。那基本上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用这一个因为它在这一个海洋大学的临海养殖场，它大概有48个池子在这个地方，所以各位看到每一个池的边上，我们有放置 RFID， 我们有在上头也放，在边上也放。主要是让这一个工作同仁啊，他来测来感受到底他怎么样会比较顺手比较方便。那最后他们是说也放在上头的，是比较容易使用。那事实上各位看他现在目前的作业方式，这也是等会我们检讨里面了，我们认为最值得被检讨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 PDA 啊，听起来非常好，可是事实上啊，等会儿我马上会跟各位讲这里面严重的问题出在哪。所以像这一个我们就可以马上直接透过 PDA 经过 Web Service 啊，直接上传到这个所谓的Web3 的这个 Server 里面。那这个是在这个渔业经济发展协会啊，它目前在有做的一个这所谓的 Web3 的系统管理系统里面的。事实上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渔业水产品产销履历的登录都透过这一套系统。其实各位看到这作业里面啊，会发现它这个整个作业过程啊，其实非常的繁琐。那这也是我们在把 RFID 的应用放进去以后啊，这个渔业署的承办人员看到他接下来他知道后面马上啊要把这个相关的L3 的这个对于温度、对于水质、对于这其他相关资料都要给加进去，这一个整个流程呢才会变得顺畅。所以这是在今年它另外一个计划里面呢，会马上来修改这一部分。所以其实 RFID 一进来，马上已经可以协助业者对于这一个，各位会说也许没什么大不了，不过我们知道宜兰这个养虾的业者，他大概有400池左右。所以他光一池一池的记录啊，就这把它给做死。那所以我们基本上在这个去年的计划里面了，我们针对像这个ZigBee 跟 RFID， 因为这个资料直接会写到 RFID 里面，那 RFID 的这 tag 你可以随身携带作为记录，或者是在现场做巡查用的时候，就可以来看到它所有相关的资料。这等会儿各位可以看到现场的一个活鱼箱了。它这个今天我们带来当时只带了一个这个小的这个这 ice chest 的冰箱了，因为事实上作用基本上是类似的。所以这个事实上 RFID 的效应啊，是其实是马上可以看得出来的，可是基本上当然它有它的一个所谓的限制，主要的限制啊，
在行动管理中置上头，还有它这不管温度感测或时间动作感测，它所需要的这因为那一张 RFID 有温度感测卡，那一张它零卖的价格大概在800到1000，量大它可以再下降，不过可是单价还是太高，这个是它在价格上头啊。然后行动管理装置最大一个问题，我们把 PDA 全部弄完了，我们一到澎湖啊，一上船了，我们还没把它拿出来。那个你在那个在那个小的胶阀上面啊，摇摇晃晃的，然后还要再用 PDA 啊，几乎不可能。所以这个部分呢、啊，也就是我们行动系统上面呢、啊，第一个 PDA 功能太多，然后又耗电，然后恶劣环境操作非常不容易。那这个是 PDA 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事实上等会儿下一场这一个丰田科技啊，他们也下了不少功夫在这个地方。他们也在不停地开发出各种各样的新的行动装置，事实上我们也在积极地在开发新的行动装置，能够让这个东西啊功能简化，只要针对特定的业者，就像养殖业者他要做事情没太多，然后我们基本上对于温度、对于水质、对于一些投料部分啊，我们都可以用感测装置来做的话，他其实他要做的事情并不多。所以这次我们绝对会要来迅速的针对这一个目前 RFID 的这一个应用啊，开发出这个适合专业的就是特别领域的业者开发出新的系统，那这个可行性蛮高的。今年当然我们会努力的朝这个方向。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一些很简单的 prototype， 假如我们今年持续在这上面做的话，我们大概到今年底、明年。的这个成果展示，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东西啊开发出能够让业者真正方便他们使用的东西。谢谢各位。谢谢这个杨老师。其实各位有没有发现啊？随着这个蔬果验证一路下来啊，其实虽然种类一直变动，但其实在功能的部分，其实也从就是刚才最早的有取代人力，就是所谓省时哦。然后省力啊，然后可以辨识清楚，然后可以零误差这个部分，慢慢的后面这两个案子其实都跟这个 traceability 就是追踪哦有一些基本上的关系。然后大家也就发现啊，在 RFID 应用的时候呢，跟上的这个 WSN 基本上会慢慢的，当跟一些温湿度有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计划会慢慢往这个方向。然后还有在做所谓的追踪的部分，其实它会。大部分的这个计划有可能会搭配所谓这个二维条码一起来运用，所以基本上这些技术呢，这个综合在一起，其实是可以发挥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功效的。大家非常辛苦，终于到了最后一场，但是应该也是蛮精彩的，不逊于前面的几场。这个计划呢，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计划非常感谢这个行政院科技顾问组，给我们一个机会，给农委会一个机会。这个是行政院科技顾问组在推动 RFID 最早的时候呢，还有推动了所谓的公领域的一个五个先导型的计划。那其中的一个呢，就是农委会的这个 RFID 在养猪产业上面的应用。那我们接到了这个计划，争取到了这个计划以后呢，就经过了一些公开招标的程序啦，然后由这个官贸网络协会跟丰田生技一起来执行。这个计划执行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可能是就是从前年的11月开始执行到去年的10月。我想应该是去年是猪年吧，所以计划呢执行的好像蛮顺利的，就是养猪的计划就在猪年执行，是还蛮应景，蛮执行的，我是觉得是蛮顺利的。我想等一下呢，谢总经理呢会做更详细的介绍，然后这个计划的跟生产领域的结合，跟这个安全的猪肉的供应呢都有相关相当密切的关系。我想我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就请谢总经理呢帮我们再做这个详细的介绍。再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计划也在去年的时候呢，去年十月的时候呢，参加了那个 RFID 的一个应用展，也获得了一些正面的回响。好，那我现在就把时间给谢总经理。
农委会各位长官，还各位学界、各位业界的各位贵宾，还有各位今天来参加这个盛会的贵宾，大家好。那我非常难得看到说，我们在这个一个研讨会里面，在最后一场还有这么多人还在参加这个盛会，所以我今天要非常卖力的为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去年所完成的这个产品，我所完成的这套系统，这个在去年。原来在这个业界里面被认为说最不可能的任务，就是猪只会打架，会不可能用 RFID 的案子，我们把它完成了。好，那现在我们开始来介绍自己。对不起，那今天这个，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这个计划缘起啊，就是刚刚那个潘科长有讲过，就是在我们去年在运用 RFID 在那个五大公领域里面哈、啊，就是里面的一个这个计划。那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呢，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就是说用我们有这里面有结合了这个 HACCP 动科所的 HACCP 的生产监控管理平台，跟 NIMS 实验室适应管理平台，跟屠宰场、分接场，然后最后到农委会的 TFP， 整个资讯同步回报，整串的这个流程资讯串流，我们把它做完了。最后我们还报告一下说，怎么样农民导入这 RFID， 它的门槛高不高？啊，计划缘起啊，就是去那个1995年度的 RFID 公民五大计划之一，这个就是我们计划本名。那先介绍一下我们这次这个团队啊，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总共有九个单位，那最主要在做那个这个案子是由我们的官贸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陈总经理啊，他是我们这个专案的计划主持人啊，那就是说我由他们来主导这个案子，然后由我们丰田生技资讯来帮忙来做这个系统管理。那最主要这个计划的重点呢，在台湾动物科技研究所。如果这个计划没有台湾动物科技研究所的来给我们支持的话，我们计划不可能成功，因为这个计划本身有涉及到 HACCP 危害点管控的那个对猪只的危害点管控的一个制度。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制度里面呢，根据这个制度，我们来设计这套系统。那里面还有我们在这个 RFID 的部分呢，我们还有资社会啊，资社会也是我们这次这个案子的一个 partner 之一啊。那其他的还有很多的那个很多的厂商，啊，这是我们的那个是在这个团队里面，各位请回去请参阅啊。那最主要在这一次呢，我们在一个 RFID 的编码部分呢，我们采用那个国际的编码啊 ，NIS 的国际编码，国家动物识别系统编码，然后那个由动科所呢来烧这个码，因为动科所它主要辅导它的这个。那个他把这个码这个烧好了以后呢，就发给这个所有的那个被辅导的猪场啊。那这是我们这次用的啊。那这次用的呢，过去呢一直在讲说那个猪只会打架，会耳标掉一地啊。我们这次用了13000多头的猪，总共掉了90几个，总共它在它的脱落率呢小于1%以下。啊，这个是符合 ISO 11784/785的规范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猪的耳标，外面这个是普通的传统的耳标，可里面这个黑的部分就是我们真正的 RFID， 各位有兴趣可以到我们后面的摊位来看一下，啊，那这些耳标呢，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国产的，没有一样是国外的，那唯一的呢，就是它的 chip， 它的那个晶片呢，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用的是 EM 晶片。那验晶面是国外的，可是呢，我们在这个计划完了以后呢，我们在参加那个 RFID 应用展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厂商呢跟我们来跟我们洽谈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国内有自己有很优秀的厂商，从晶片设计一直到封装都可以完成，所以我们的 cost 降下来了，绝对一块美金有找，好，所以说我们这未来我们这个 RFID 的 tag 呢，可以非常的普及。那在这一次的计划里面，我们也用植入式的，后来发现植入式的不见得理想，因为它植入式的它
它的这个针管很大，然后打到那个猪只耳朵里面容易发炎，那发炎它有伤口容易发炎，结果 发炎以后会变成那个脓包，会RBD tag 会跟着那脓一起被挤压，就是流出去，反而会找不到那个 tag 啊。所以说后来我们在休息在试验的时候就把它取消掉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就在这个这次我们这个作业流程里面呢，我先首先介绍一下哈我们的这个猪场的流程。那猪场的流程呢，等一下大家有空哈，我们这个里面我就因为后面还有影片，所以哈在猪场的流程就是说我们这个猪只在21天啊。21天以后就开始电挂耳标，然后开始就移动记录、饲养喂食记录、用药记录，然后在中间这个记录里面呢，我们通通会在网络上的平台在作业啊。那在作业的时候，然后那个在动科所呢，会对于他的那个对这些猪只呢，他会做那个血液抽验，还有包括他那个饲料抽验。抽验完以后，他回到动科所又透过那个 Starlink 平台，这个 Starlink 平台就是我们那个实验室资讯管理平台。再直接到仪器里面把资料抓出来以后，在那边动科所里面做签合完了以后再把资料送回来啊。这个我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在目前在动这个我们在关山猪场啊，在关山金钻猪场里面我们作业的状况给各位看一下。那我们这里面总共有用了3家的猪场，这3家猪场就是目前关山金钻猪的猪场啊，他们的猪肉在那个外面市面上，就金钻猪外面上市面上的售价是它一般的售价的4倍价钱啊。然后这个是我们那个我们使用的那个 reader 啊 ，reader 这是旧型的 reader 啊，这一只蓝色的哈啊，再加个 PDA 啊，在我们这个就是那个谢老师那边哈，他有一只哈，这一只就是我们旧型的 reader， 因为它这只 reader 里面呢，前面还有一个。白色的这个主机，那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已经有新第二代了，就是把这主机的这一部分呢，整个塞在这只棒子里面来，好，不需要带这个主机的，不需要带主机的。然后这个是我们另外有新开发的机台，这个可以读狗晶片的，啊，狗的晶片都可以从那边读。然后另外我们这个 PDA 呢，大家用的都差不多，我们几个专案都用都是同一型的那个HP 的这一型的 PDA， 事实上我们写的这个程式呢，不是只有火这一型 PDA， 只要火 PDA 里面只要 Mobile File 就可以用，这个灌进去可以用了啊，非常的简单。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猪只过磅系统，这个猪只走过去以后就知道说它的，它哪一只猪，它多少重量，知道就自动传回来啊，这个是在给他们做换肉率啊，在测试换肉率的时候使用的。那这是过磅机的机器，就是这个是国外买的，只有这个是国外买的。当时我们找不到，我们没有办法说这个找到那个就是那个国内有的。现在我们自己生产了，我们现在完全自己生产。当时买这个一个10万块，啊，我们现在自己来生产的话，2-3万块有找啊。然后这个呢是猪栏用的那个 RBD tag。就是我一群猪里面，我不要每一只都去读，因为这样子的话会增加猪农的困扰，会增加它的工时。所以只要我这一批猪里面做的是同一件事情，我只要读外面，然后我们的那个 PDA 上面按个开始，然后就读猪栏的外面，来读那个你做什么某样事情，在这边按一下，然后回来就好。那这个是猪栏，还有宜兰的时候，猪从宜兰从哪里宜兰到哪里，这边就可以看到。然后这边是疫苗的，就所有的疫苗。你一个猪在打什么疫苗，用什么药，或者它生病的时候用什么药，我们在这疫苗里面要读一下，它自然把资料跑进来，跑到 PDA 里面来，然后再去读那个猪，就是在这猪生病了，我给它打一个疫苗，或者打个药，或者打疫苗，然后再移到哪里，再读外面猪栏的外面。所以我们这里所有的动作全部不需要农民用手提议。他只要用这个 PDA 点，那所有的动作都是在 PDA 上面，啊，这是当时那个植入式的这个状况啊。然后这个是21天定耳标的时候啊，那21天开始定耳标，开始一直记录，那记录到什么时候？记录到出猪或者死猪，出猪或死猪有2条路啊，就是我们在现场做的状况。那出
这是我们 在上面的监控管理平台，所有的东西都我们都是网络版，都是网络的，只有这个是在这个监控管理平台，就是我们 PDA 用完了以后，就是说今天作业做完了以后，跟着电脑相连，你看一插上去以后，它只透过网络直接上传下载，直接用你的普通的一般的电脑就好，直接连到我们网络上去，把它工作包下载下来，把我今天做完的事情上载回去，所以从头到尾都是自动化的啊。这是我们 PDA 的一个程式。好，接下来我们的实验室，在这个我们这套系统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未来要连到生产领域去，那一定要告诉人家说，你这个做自己检验的结果怎么样？我们检验结果不是要让检验人员用手提上去，而是要直接到仪器里面去抓资料回来。所以呢，我们用了一套美国 Starlink 这个 Linux 当平台，用这个来当平台以后呢，我们在里面给它做客制化，这个就是客制化的流程。那客制化流程，它做完以后，他们实验室做完的东西都在上面直接做签合，做签合，它其实上在本身就是一个整合式的一个实验报告的管理系统。那最后呢，它会产生一个实验那个检测报告出来，哦，会检测报告出来，因为它这个平台是在国际上有认证，是美国疾管局还有很多的单位他们所使用的东西，哦，所以说他们只要你在这边所检验出来，经过透过这个平台所检验出来，是国际所承认的，哦，而不是如果说我不需要用他们平台的话，我一般普通咨询公司就可以写这一套系统了。那就是因为他们是有经过认证的，啊，那接下来呢？好，猪场管理完了以后呢，他是说，有两条路，一个死猪，一个活猪。那活猪呢，就是送到屠宰分拣场，屠宰分拣场以后，他到了那个屠宰场的时候，他这边有电极放血冲洗，在 RID 在这个地方转换成场内追踪码。那这个场内追踪码呢，它就是必须要他会在那个台具的那个作业里面呢，他会把每一只猪每一个部位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呢，最后我们所产生出来的那个包装的每一块肉都可以追回去，追到是哪一头猪。所以说我们这里最后连到产销领域的时候，产销领域上面所看到的号码是哪一只猪的号码，而不是那一批猪的号码。因为那批猪的号码，我们不晓得这批猪到底是原来那一批，我们不知道。可是这一只猪原来那一只。那死猪的话呢？死猪我们就是那个万一中间过不能死掉以后，它有猪尸染色啊，一些标准过程做完以后，把这个死猪送到化市场啊，关山没有化市场，只有放在现在的冻基因库。这一段过程，如果到达了那一边了以后，到那个地方以后，表示有一个资讯确认，把那个耳标拿出来。用这个读上去，他会把到达的时间，哪一只猪，啊，还有这个猪，哎，这个化市场的经纬度，直接传到我们系统上来，那就知道说这个一个资讯确认，这个只是在协助说 B 子猪已经到安全到达那个地方，那如果说没有安全到达那个地方怎么办？有问题，告诉大家有问题啊。这个我们就在这个计划里面就做了这一套，啊，这个就是刚才我讲了，它在里面场内追踪啊，场内追踪它有每一个那个洞，但是它的那个网络架构，整个网络架构说在那个台序里面哈，它有一个主机，然后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过磅地标签，啊，它分切成几块，它从 RFID 转成 barcode 的时候，被切成两块，它就多出两个 barcode。它总共这个流程里面出了121个标签，好，可是追到最后都知道是哪一块肉是哪一头猪的，啊，这个就是它那个我们用的系统，这个工业级的电脑在里面很湿，啊，就用触控式的，就是这样。最后呢，我们是 L3 里面，我们最后我们的出来的这个在这个场内这个地方过那个过磅黑标签以后，它必须要透过我们的平台，然后去跟那个中央畜产会的猪只产销领域的维运中心去跟那个 TFT 做串联，然后呢再跟那个二维条码的那个二维条码中心去要一个号码，那再从二维条码的中心号码再要下
再要那个号码过来到我们这边来，再回过头来，所以他的动作是及时的，很快，速度在不到一秒钟。可是就是我过磅了以后，马上他这一块肉就马上跑到上面去要一个那个号码下来，然后跑出一个那个我们现在正式农委会出的那个生产履历标签，那个标签拿来就是贴上去，那这个完成了他最后一段出那个产品出货。这个就是我们在 L3、L2、L1 的一个，我们今天已经讲了好几次，大家好多的那个我们的好多专案都已经报告过，我们就是在 L3，好，也许那个 L3 就是跟我们是 L3 在跟那个株式的那个维运中心的在放在一起的，好，放在一起，我们就属于动科所这一块，动科所这一块，好，跟中央区委会在一起，然后我们再整个串过去，那这个跟 L1 要资料再要回来。好，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资讯串流，好，它表示一个规划，怎么样 L3、L2、L1 怎么规划，所以我们资讯串流串到到此为止，非常的成功，这整个串过去了。然后最后呢，农民导入 RFID 门槛低效益，这个我想应该很多人都想要问，我如果说现在你这个系统已经做好了，我现在如果要加入这个 RFID 俱乐部，我现在有个养猪场，我想要做怎么办？很简单，买一个证就好了，这一只现在是旧型的，我们还有新型的啊，还有我们有很多的全部国产品啊，25000块里面有涨啊，买一个这个一个 PDA， 然后呢，在你们那个猪只的那个猪的耳朵上，每一只猪都要定个耳标，那耳标呢？耳标现在是每一个耳标1块钱有涨啊，1块钱有涨，那现在呢？哦，我跟各位看一下，就是说一个猪场设备的成本2万5，然后呢，猪只 RFID 耳标，这个是上一次我们刚完成这次计划的，好，整个的一个钱，现在我们国内完全自己生产，我们不受国外控制，我们的那个 chip 可以自己设计，可以自己 design， 所以这个电子 RFID 电子耳标的钱我们已经当下来了，啊，当到1块钱美金以下了，啊，那传统耳标大概9块钱。那每只，它所需要我们使用的作业记录全部不需要用手批的，全部都是用点的。然后屠宰场呢，如果屠宰场要加入，因为冬天屠宰场必须要加入。那如果你是送给台去杀这个猪的话，就不需要再那个。如果是其他的屠宰场想要加入，可以，我们这里有这个就是一个屠宰场一条生产线大概50万，就是刚才那几个过磅标签机啊，然后每一批猪呢会增。有，如果一批猪30头到60头，会增加20个人时，啊，2600块，每一头猪使用标签120英镑，大概哈，等于说一头猪多增加了48块4毛钱，大概50块左右，啊，那前面这些呢，这个耳标呢，这个电子耳标呢，这个虽然很贵，可是它 reuse， 它可以重复使用，它第一次使用如果说是38块，除了第二次就除以二了。所以说，我们当时要在这样让能够吸引那个猪农他能够使用，说好，我将来我只要换传统耳牌就好，啊，所以呢，它的预期，它这个效益呢，它就说我们今天都可以卖到三四倍的价钱，啊，然后我们还可以跟希望说，我们猪肉已经10年不能出口了，今年第11年了，希望可以提高谈判筹码，因为我们是发了动科所的 HACCP ISO 22000的一个标准所承认出来的猪，国际承不承认？啊，另外一个，我们还可以接受国外的委托代养的生产监控，尤其是新加坡，目前有人来跟我们谈。那我们在新加坡是因为他自己不养猪，他希望别的国家帮他代养，他可以从他的政府的平台，他可以看别人帮他代养户现在目前的猪只的状况。啊，所以说我们最后我们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取得这些标签，取得了那个跟我们农委会所推动的产销履历结合了。所以在上面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的产品一直上去啊，我们的这个质量一直在上去，这个一直都不断的一直在翻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未来展望，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的现任的朱主委他当时有希望想说，不要做一个只有一种动物的，啊，可以做把其他动物都能够纳在这里面，其实可以。现在目前为止就是说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呢。只差说他记录的资料来回不一样而已，好，各种那个产业别，就是说猪跟牛就是不一样，跟鸡就不一样，甚至记录上都不一样。但其实上基本资料是一样，牧场的基本资料都一样，人猪农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料可以放在最前端，后面的不同的记录，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台湾国家动物识别系统。我们把这所有这些东西都那个包括跟除了人以外所有的动物都把它塞进去。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样啊。不过那个是要政府有预算支持。那我未来呢？现在目前我们农委会做的是生鲜的，所以我们的产销履历也只对生鲜有那个。未来呢，我们这是事实上是我们这初级食材，这是一个原料端，我们可以做原料端的认证。我们把原料端认证，后来未来我们可以把这个认证的丢原料端认证丢给那个这个卫生署的食品加工的监控，被加工厂的他那个食品的履历的平台，可以跟他食品的履历平台结在一起的话呢，那他的平台更完整，因为他的原料有原料端来过来的认证，所以这个是应该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在我们今年我们去年这个做完完成这个案子以后，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高兴，是因为我们这个案子是不可能让我们做成功了。那目前呢，我们现在公司自己也目前一直在开发，把原来的所有东西都是用自行研发、自行制造，包括早上所做的 WSN， 哦，包括做鸡场的啊、哦，鸡场的、牛场的，我们现在目前都已经在开发了，在开发有一些东西都已经出来了，而且可以量产，还有的已经卖出去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包括 WSN 我们也在做。那我们现在在做的是，因为我们本来是一个系统整合厂商，我们不能只靠系统，不能只靠写软体，我们一定要跟我们国内的所有的各个硬体厂商跟它结合起来，这样的东西才能够把台湾的所有的这个产业才能整合出来，所以接下来我们这里有一个影片哈，我尽量看看能不能把它那个简短一下哈，我大家先看一下。不仅外在的环境优美，农场主人亦非常注重产业的卫生清洁，确实做好防疫消毒工作，是猪场一天的开始。是做好防疫消毒工作，为了避免被其他有添加剂的饲料污染，特别请饲料厂专线生产空白饲料。水林市猪舍具有自动化空调与隔离病菌的功能。猪舍每日需清洗两次标，饲育员可以用专业设备很简便地完成耳标鞭打工作，并完成消毒作业。这打的是消炎针，怕他电耳标以后会有那个，会的，就是他二十一天的小猪，二十一天小猪就这么大。猪只在哺乳期、保育期至肥育期各阶段的生长过程中，若有疑难、混难、病难的需求时，可利用 PDA 作业。饲育者扫描来源栏的 RFID 标签，并扫描目的栏的 RFID 标签后，经设定即完成疑难作业。这个是一只一只的疑难，好，有整批的疑难，整批疑难就不需要当一只一只读了。这整批赶过去以后，把 PDA 上面按一下原来的那个栏杆的外面的号码跟新的栏杆的号码，这两边一读完以后，就整批移栏过去了。那系统里面就记录说，哪一个栏里面，这个栏里面有多少头猪，而且是这个猪的编号都有。好，这是我们 PDA， 这 PDA 当时在做的时候还是用手抓的。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腕带式，放在手上绑起来。各位可以到后面看，腕带式或腰挂式，就是让你的手能够很简单的，不要去阻碍到你平常一般的作业。这是在打疫苗。利用通道型电子放上猪的移栏、治疗或出猪等作业中，详实记录猪只体重，并将资料传回系统。这通道型的电 RFID reader， 然后读了以后，自动资料就传回来，然后是哪一头猪，然后它多少重量，哎，
业管理规范进行染色，以防止篦子猪非法流用之情形。染色后的猪只由合法之集运业者再往冷冻集运库或化制厂进行后续处理。篦子猪暂存于冷冻集运库，将于统一时间送至化制厂。到了化制厂，篦子猪大概就不会流用出去，因为化制厂需要原料。标传送至中央监控单位，确实掌握篦子猪流向。这个经纬度就是那个化制厂的经纬度时间一起传送。位于新竹的台湾动物科学养猪研究所，是关山金钻猪场的辅导、监控及认证单位。猪场的饲料、药物及猪只血液均由动科所定期抽验，核发 HACCP 好处谱标章，提供给在猪场的猪肉产品使用，并将检验结果上传至主系统供使用者查询。哦，这个实验室里面呢的仪器，就是我们用这个特刀系统去把仪器里面资料直接抓出来。于猪场或者屠宰场回收后可以再次使用，不仅环保，还能节省成本。所有的那个 RFID 的编码完全由动科所来掌握，那编码里面有编码的意义，是哪个猪场都很清楚，包括里面有时间，哪个周次。动科所使用 Starlens 实验室资讯管理系统，协助控管实验耗材、流程与人员，让实验的品质与结果达到最高度的保证。所以这个系统里面有两个，这是次系统，主系统就是我们那个就是这个我们那个猪只监控的系统，这是次系统，是要次系统的话就是有这个LIMS的系统，然后这是拥有 ISO 9001 ISO 22000以及 CAS 标章之台湾畜产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本团队的优良合作伙伴之一。在屠宰分切的全程作业中，均遵守 HACCP 的规范独立作业。利用 RFID 手持式读取器读取 RFID 耳标，自动会出标签，并将耳标取下回收。就是在这个时候转换成。如遇有电子耳标损坏者，则依传统耳标号码手动输入。就是在这个时候从 RFID 转换成 barcode 场内追踪码，就是这样子。然后他就那个切成几块，就出几张标签，已读取的 RFID 耳标号码转换为场内流通码，并对应标签进行后置作业。所以看那个我们这个每一个栏啊。每个栏上面有标签，那个栏是只有装那一株的。每部分的分切肉均对应该号码，不会跟别的猪混在一起。所以这个也是在过去一直来讲说，你屠宰分切你怎么去分，非常的困难。其实上这次我们做到了，因为台畜给我们很非常大的配合。台畜为了这个事情，为了我们这个案子，改变了他一个作业流程。开出一条这条设的生产线，然后这个生产线开成功了，它其他猪只上张贴肠内流通码，清楚标示，并且区隔每部位的分切肉，以利进入小分切作业。工作人员均穿戴全套工作服，消毒后进入冷冻分切室。进行小分切前，读取部位肉之肠内流通码，对应出该部位肉的猪只个体识别编号。这一步就是主机，这一步专门是跟我们平台上沟通的主机，就用这一步主机，最后按下去，标签机那个放上去放上去多少重量，再送到这边来，他直接去上面要个资料，回来就在那一按，出来就会出一张标签，二维码标签，就是农委会的生产履历的标签，那就把那张生产履历标签贴在这个报告贴上去，好了，这个流程就整 OK 了。并对应标签。产品标签上包含 DNA 条码、二维条码及履历编号、
供消费者上网查询。优质卫生的金钻珠都可以在包装上看到可追溯的履历标签哦。所以你刚各位看到这个标签是为什么跟农委会那个标签不一样？是那时候我们刚刚结束，刚做完拍的。现在目前所有的标签都是农委会所发的那个正统的生产履历标签，所以到外面去买金钻珠的时候，它一定会有农委会的生产履历标签。好，今天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因为可以看到这么好的这个成果，这个除了这个努力之外啊，这个预算相信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哦。然后两者呢是缺一不可。好，这个今天的这个案例的说明呢，就到这边到一个段落。那我们后面的摊位的这个展示呢，基本上还会继续。那请大家有兴趣的呢，还可以到各摊位去做参观。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从这个一点半啊，一直到现在将近5点的时间，然后在这边跟着我们一块看这个成果发表。然后希望大家呢，在未来的这个计划上面呢，都能够有这个更好的发挥的空间。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不要忘记哦，要请把这个填好的问卷拿到这个外场哈，然后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呢拿着袋子呢，把您的这个礼物呢带走。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谢谢。